这个世界的人们只能根据职业选择一种武器，男人却可以使用一种武器，只因他觉醒了唯一隐藏职业副法者。然而不久前，他还是个只会上课睡觉的学霸。这天，他突然蹭的从椅子上站起，只感觉头壳一阵疼痛，无数记忆涌入脑中。他才记起自己本是天启游戏的999满级大佬，却碰上能够无限召唤小怪的最终 boss， 醒来后，却发现自己来到了天启的游戏世界中，也就是现实和游戏融合的世界。陷入记忆的程千墨突然被人拍了一下后背，原来是他的死党李红见他一直在发呆，特意把他叫醒。在异世界见到死党，他急忙激动地抓住对方肩膀，没想到你也穿越了呀！可李红却是一脸懵，他这才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基本相同，觉醒天赋考核马上就要到了，为此李红急得哇哇大哭，想让程千墨帮他一把。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够觉醒天赋就行，能给我爸一个交代就成。 你平时都搬里前三鬼点子又多，能不能临时给我开个小灶？可程千墨才刚穿越过来，就算天启的经验和技巧还在，他也不清楚这个世界跟天启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少。于是他决定亲自确认，拍拍李红肩膀，让他等着，自己先去见习秘境，想想办法。来到练习场，这里人还挺多。程千墨径直走入秘境，赫然发现这座里跟天启游戏的新手村一模一样。突然叮的一声，系统检测到宿主正在绑定转化系统，可将符合条件的两个主动技能合理转化成新的额外被动技能，并且被动技能的威力全部受 到角色主属性的加成影响。见状，程千墨大喜，如果这真的和天启一模一样的话，那这个系统就太强了。天启中 99% 都是主动技能，而且本身有 CD 限制，不可能无限触发，容易在打斗中出现破绽被反打。但被动是永久存在的，没有 CD 限制，只有触发条件。随着等级提升，触发几率会无限提高。前世他就是因为技能冷却限制没办法登顶成神，有了这个系统，说不定能帮他弥补遗憾。这时系统提示他选择要转化的技能，程千墨决定选择裂波斩先试试看。这个技能可以对周围3米的敌人造成多段 伤害且击飞，片刻后转化成功，变成被动技能释放概率是30%，可以造成力量属性 1.5 倍的伤害，并且本体无敌 0.2米。 程千墨非常满意，居然改进了攻击方式，还额外增加了伤害数值，也算是一个小金手指了。突然，他身后出现一只牛头怪，这是3级的牛头人。在见习秘境中算是有一定难度的怪物，来得正好。程千墨正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只见他丝毫不损，迎着牛头怪正面劈出一记裂波斩，结果牛头人却毫发无损，牛蹄一蹬，便已飞扑到他面前。只有一级的他根本不是霸体状态的牛头人的对手，被打得节节败退，险些就被一斧秒杀。勉强挥剑挡住，然而下一秒剑就断了，斧头却没能劈进程千墨的肉身。 原来是格挡触发了被动效果，他目光一凝，顷刻组合身蓄力，用手上的钻剑劈出了裂波斩，终于将牛头人解决。程千墨兴奋不已，转化成被动技能不但解决了冷却问题，还额外开发了新的伤害系统，这就彻底的解决了他前世登顶失败的问题。他不禁对着夕阳握紧拳头，这一世一定能成功登神。 接着，程千墨又在秘境训练了几个小时，这期间解决了不少怪物，终于找回前世战斗的感觉。只要知道明天考核是在哪个秘境，帮李红觉醒也不是什么难事。然后他准备转化第二个被动技能，新手前期攻击力不足和技能冷却时间长是主要短板，而他第一个技能选择了攻击力，所以第二个技能他决定针对冷却选武器转化。这个技能原本呢是激活后30秒内切换武器冷却减少 30%，转化成被动技能后则变成了永久降低切换武器的冷却时间30%。这个世界初始背包自带全职业的新手武器。 再加上这个被动技能，就可以快速切换不同的武器进行战斗。程千墨露出自信的笑容，武器切换的冷却问题解决，那前期战斗可谓是自带金手指。做好一切准备，现在就只等明天的考核开始了。考核当日，会场人山人海，全校师生皆聚集于此，每一位学生都做了充足的准备。比如面前这位小哥就把虚拟背包9个都塞满了药水。这时李红也到了，听你的，我让我爸用超能力搞来了今天考核的地图。程千墨急忙一把抢过来，我劝你最好小声点，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爸走后门。 他打开后，发现只是烈焰裂缝的新手副本。怪物等级在3到10级左右，并不算太难。这时，一阵嘲笑声突然从身后传来，家里有点小钱，就想学别人走后门。而来人则是隔壁班的富二代毛峰。李红当即恼羞成怒起来，撸起袖子就准备和他干架。见状，程千墨拦在了李红身前，并趁毛峰一个不注意，直接将他绊倒了，讽刺道：“道歉也不用行这么大的礼吧。”毛峰还想伺机还手，也被他一掌按下，嘿嘿一笑，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就赌李红的考核成绩会排在你前面。闻言的毛峰破口大笑起来，就那个吊车尾的死胖子，当即想也不想答应下来。不过要求赌注由他来定，谁输了就去操场国跑10圈。然后大喊对方3声爸爸，我信誓旦旦的承诺没问题。可这却把李红急得哇哇直哭起。我一把将他拉了起来，凑到他耳边，告诉他只需按我说的做就一定没问题。随着年级主任宣布考核开始，所有人便陆陆续续走进了传送门。一进入副本，5只兽人就从身后包围了过来。之前游戏都是通过鼠标
刀和键盘操作，而现在却是需要身体实打实的进行攻击。程千墨心中还是不免有些忐忑。就在兽人发起进攻的瞬间，系统突然提示检测到海量操作经验将全部转化为本能，他不由一惊，还带这种骚操作？此刻他感觉每一丝肌肉都可以被操控，甚至飞檐走壁都不在话下。他当即就给兽人们表演了一个后空翻倒立，并将他们稳到了一条直线上，紧接着一个滑铲下去，他们直接上天，最后配合猎波斩清风完成收割。随着他的等级升级到三级，考场外的排名表也开始疯狂变动，一时间程千墨的名字就显示在第一的位置，现场全都沸腾，好像是和毛峰对峙的那个人，之前可从没听说过这号人物啊，就连年级主任都惊讶不已，短短五分钟就连升两级，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惊喜。继续向副本深处前行后出现的便是暗影术士，这种怪物等级不高，但特点是都携带着猎犬，程千墨内心不由振奋起来，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身上有个神奇的板，说着就掏出钩索枪，一跃跳到峭壁之上，紧接着迅速将武器切换为飞镖，利用飞镖吸引他们的注意，就如同预料的一样，他们开始使用第一个技能暗影剑，这是一种独条类法术，只能攻击视野内的目标，而程千墨只需躲在这个石头后卡住视野，并利用独条的间隙将猎犬全部击杀，就能静静等待 bug 出现。由于召唤猎犬的优先级高于暗影剑，所以他们会立即召唤出猎犬，但又因为程千墨卡住了视野，使得暗影剑无法锁定攻击目标，最终导致暗影术士的逻辑彻底混乱，只得源源不断的召唤出猎犬。他当即准备先美美睡上一觉，盘算等到猎犬累积到足够数量后，再将暗影术士一举击杀，连同消失的猎犬便能奉上海量经验了。而就在他呼呼大睡的间隙，考场外再次沸腾了。随着排名榜不停变化，罗京第一个完成转职，成为枪炮师；第二名的孙科则转职为剑士。一时间，前十名全被火箭班包了。年级主任好奇地查看程千墨的排名，可看到名次的瞬间，却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竟直接掉到了最后一名。他推测，按目前的升级速度，程千墨可能都无法达到六级。一些人甚至都开始等着看笑话。这时，一个人突然指着屏幕喊道：“快看，倒数第一名动了！”只见程千墨的名字在屏幕上疯狂滚动，其速度之快，更是看得主任下巴都掉。下一秒，他就冲到了排行榜的第一名。原来睡醒后看到猎犬数量的程千墨着实被吓了一跳，他们竟不知不觉地繁衍到了400多只。程千墨当即切换到了洛林机枪，对着暗影术士和猎犬一顿疯狂扫射，脸上洋溢着的全是兴奋。没有比这样升级更爽的了，瞬间他就突破到了13级，同时猎波斩的伤害提升到 1.6 倍，无敌时间延长到 0.3 秒，武器切换冷却时间也能减少 40%。 此刻外面的同学全都炸过了，10分钟连升10级，我们学院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号人物？13级放在全国也是稳进前三了吧。班主任便洋洋得意起来，这可是我班上的学生。可年级主任当即就黑了脸，平时都瞎了狗眼了，这么好的苗子到现在才发现。此时副本中程千墨也收到了转职提醒，前世在游戏中他几乎拿遍了所有职业的神级称号，唯独散人这条路线没有尝试过。这种不转职的特殊职业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所有装备和技能，优点是可以根据敌人随时组合出适配的打法，但缺点也是致命的，所有技能都是初级，后期根本无法打出伤害。但对于拥有强势被动的程千墨来说，这些缺点全都完美解决了，甚至能把职业的实力发挥到极致。随着他选择成为散人，系统再次发来了提醒，自动绑定隐藏职业复法者。然而当年级主任看到程千墨转职信息的瞬间，却气得差点当场原地去世，只因他选择了最没用的无知散人。吃瓜同学也纷纷感叹，一手好牌被他打得稀烂，那可是一个没有后期的职业啊。此时身在秘境的程千墨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还在为自己的选择洋洋得意，同时他对这个隐藏职业复法者十分感兴趣，好奇地点开系统面板，却提示不可在学院和机构主动习得技能，只能通过 boss 掉落来学习。他不由惊呼，对于熟知所有副本的我，这简直就是量身定制啊。于是程千墨将属性点全部加在攻速上，便开始继续刷怪。通过实战，他发现属性值加点不仅是数值的变化，而是身体机能实实在在的提升。这时被他击杀的怪物掉落了一个特殊道具，恶魔之书。他依稀记得这应该是能开启隐藏任务的道具，于是他决定先不急着解决 boss， 把开启隐藏任务的道具集齐再说。此时距离考核结束还有60分钟，考核进入尾声，学生们逐渐接近 boss 所在区域，只有击杀最后的 boss 扎兰并触碰到他身后的觉醒石才算通过考核。此时一名尖子生率先到达了这里，迫不及待地向闸兰发起了进攻，同时闸兰发动了献祭技能，不仅能造成持续伤害，还能大幅降低对手基础属性。男生知道一旦被施法必输无疑，但他对自己的速度有足够的自信，却没想到 boss 保镖比他更快，还没触碰到闸兰就直接被打落，只能眼睁睁地被 boss 诅咒，基础属性被削弱，只好吃下保镖的斧头攻击，被踢出了传送门。学生们看到他被踢出来，认出了他是年级前50尖子班的学生，居然连他都翻车了，看来这个秘境的确太难了，毕竟因为难度太高已经被雪藏了10年。与此同时，秘境内的程千墨姗姗来迟，他因为收集隐藏任务的物品耽误了不少时间。下一刻 boss 的两个保镖直接向他发起进攻，虽然看着皮糙肉厚，但动作倒是蛮快的。然而他们速度再快
快也快不过程千墨，一个滑铲就径直绕到他们身后，再接一记飞踢将两名保镖踢飞，再借助落地的俯冲力，镖射向扎兰，正在独条的扎兰根本无法动弹，就如同活靶子一样，直接被程千墨一脚踹飞。紧接着他就切换到了洛林机枪，对着扎兰疯狂扫射，直至子弹清空。随即扎兰重重砸倒在地，突然进入了狂暴状态。程千墨瞬间切换到长枪，向他们横扫过去，这一击直接扫断了他们的颈骨。这个副本的难点在于三只怪物的配合。扎兰本身战斗能力不强，但被两个兽人严密保护，一旦拖延到扎兰用出献祭就是无解。随即程千墨拖着长枪走到扎兰面前，给了他最后一击。此刻的罗晶晶和孙科从传送门走了出来，罗晶晶满脸笑意承让，看来这次的第一名是被我拿下了。可转身的孙科就发现了不对劲，榜首竟是那个万年吊车尾的李红。罗晶晶当场暴走，这怎么可能？孙科赶紧安慰道，肯定是作弊的，垃圾班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同学们也纷纷附和，没错，他已被教导主任叫去问话。只见教导主任火冒三丈，连 boss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还说自己没有做。难道你想成为江城学院第一个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吗？就连帮你作弊的人也会彻查到的。闻此的李红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是我缠着程千墨同学的，请不要惩罚他。他告诉我，快走到 boss 时候，从岔路的右边就能绕过所有怪物直达 boss 身后，卡住视野的我只需用最快的速度碰到觉醒时就能成功。导主任当即就对程千墨产生了兴趣，调出了他考核的全程录像，顿时拍案叫绝，我们学院竟还有如此天才。眼看考核时间仅剩15分钟了，所有人都无比关心程千墨的情况，就算等级再高，结束前无法出来也是失败。而此刻的程千墨却并没有着急触摸觉醒石，因为一旦触碰石头就会被立刻传送出去，从而错失开启隐藏 boss 机会。于是他拿出所有的任务物品，开启召唤阵，顷刻间阵中爆发出一道道符文，一双猩红的血眼在符文中浮现。是谁？谁胆敢打扰我的沉睡？见状，程千墨露出了兴奋的神情，果然是你，隐藏大 boss， 12级的恶魔族战士，饥饿者塔曼。塔曼一剑刺向地面，强大的力量凭空造出了大地震，只见地面不断撕裂，最终以他为圆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程千墨不由得在心中感叹，不愧是隐藏 boss， 确实比扎兰三人组强上许多，不过力量有余却灵活不足，只要打出完美控制链限制他的攻击就能解决他。塔曼率先发起攻击，一个蓄力弹射沙娜来到程千墨面前，只见他将手藏到背后，下一刻用出格斗家初级技能抛沙，突然的袭击让塔曼躲避不及，陷入失明状态，急忙踉跄后退，同时触发了被动霸体解控。程千墨只能感叹，不愧是隐藏 boss。接着拿出自爆机器人，冷不丁的使出一记滑铲靠近塔曼，同时手上蓄力挥出一记勾拳，打得塔曼口吐鲜血，并且进入眩晕状态。就抓住他的尾巴，再来一记背刺，接格斗家基本技前踢，将他踹向自爆机器人的方向。轰隆一声，塔曼直接正面吃满了爆炸伤害，不能他喘息。程千墨紧接着拿出飞刀，瞬间向塔曼飙射出去，将他的脚牢牢定住。再强，只要全程被控制，也打不出任何伤害。下一刻，程千墨掏出洛林机枪，对到他脸上，结束了他的生命。此时，程千墨再次回到榜首，场内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议论他是作弊，拖拖拉拉不肯离开秘境，肯定是做贼心虚。教导主任在一旁静静看着，无知小儿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人外有人。年级主任惊讶，已经很久没看到教导主任如此兴奋了，他好像坚信程千墨的实力。这时距离考核仅剩59秒，程千墨击败塔曼后触发复法者额外奖励，通关奖励提高 50%， 同时因为塔曼是全程在被控制下击杀，经验奖励提高 200%， 获得3万加的经验值。总算白花心思做这个隐藏任务，不过他已经转职成散人，不知道觉醒时对他还有没有用。他把手放上去尝试了一下，顿时一道道符文呈现，转化系统提升至2级，复法者额外增加一次被动，通关奖励远行靴一件，隐藏 boss 击杀奖励出击暴击一本，提升暴击率 20%， 加上系统本身奖励的一次。程千墨现在又能够转化两个主动技能，于是他将洛林机枪转化，使任何枪械攻击的时候都有 25% 的概率对目标射出10发格林子弹，命中率 100%， 可以强制命中，意味着他之后的战斗可以节省不少操作量，或许还能实现越级打怪。在对战高于自己等级的怪物时，全方位属性都会被压制，尤其是命中率和暴击率。可有了这个被动，就能把高级 boss 慢慢磨死。剩下最后一个转化机会，程千墨慎重起来，必须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技能才能使战斗力最大化，所以他选择了技能横扫，攻击时有 10% 的概率对当前2米内的扇形区域造成群体击倒。比起需要强大力量的浮空技能，横扫所需的力量小，攻击范围广，击倒数量多，更适合现在的程千墨。接着他将状态栏调出，战力已经即将破万，即使之后前往正式的天启大陆也有了一战之力，可以出去了。片刻后考核结束，秘境关闭，同时秘境入口发出强烈的光芒，闪瞎了吃瓜群众的狗眼。下一刻程千墨从中走出，教导主任无比震惊，他居然真的成功了，此子未来不可限量。
可同学们却炸锅了。主任，程千墨的成绩有问题，请您判他成绩作废。突然，教导主任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口中吐出两字安静，场内顿时鸦雀无声，吃瓜群众纷纷捂住自己嘴巴，连呼吸都怕发出声音。随后教导主任来到程千墨身后，和他打了声招呼，程同学，你真的通过那个了吗？是的，通过了。闻言教导主任的欣喜溢于言表，你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未来不可限量。这时孙科和罗晶晶走了过来，对程千墨的成绩表示怀疑，要求学校必须给个说法。他们这么一闹，又引起了吃瓜群众们的附和，场内顿时炸锅，教导主任大吼，一群井底之蛙，蠢货，程千墨同学在规定时间里比你们多打一个12级的隐藏 boss， 他不拿第一，难道让你们这群蠢货拿吗？闻言所有同学都是大惊，可还是死鸭子嘴硬，听都没听过，课本上没写啊。那程千墨怎么知道的？此时火箭班的班主任薛晴也注意到了这一切，让一个普通班的学生拿了第一，岂不是打了我们火箭班的脸？什么隐藏 boss， 肯定是作弊，我要当中戳穿他的谎言。于是他来到程千墨这边质问道，那请程千墨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是如何发现隐藏 boss 召唤方法的吧，如果说不出来就说明你作弊，不配当我江城学生。可程千墨却硬气地说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可把薛晴气炸了，一旁的吃瓜群众顿时吓出一脸冷汗，他完了，薛老师一贯强势，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孙科甚至要直接动手，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这么跟我们老师说话，拔出他的大宝剑就要跟程千墨单挑。可程千墨只是淡淡的回了两个字，单挑你也配？一旁的吃瓜群众却不爽了，孙科学长主动向你邀约，那是看得起你，就会装逼放狠话，作弊狗。罗晶晶也站出来说道，程同学如此自信，那我和孙科联手可否配得上与你一战？程千墨翻了个白眼，你又是谁？罗晶晶被呛的话都说不出来，孙科却毛了，欺人太甚。程千墨，你不把我们火箭班的人放在眼里，老子今天就要给你个教训，我要和你擂台决斗，不论生死。薛晴冷笑，擂台是觉醒者之间的强制决斗，拒绝就等于身败名裂，被完全唾弃，要是答应靠作弊拿到第一的程千墨绝对不会是孙科的对手。下一秒程千墨居然爽快的答应，既然你上赶着找死，那我就奉陪到底。教导主任本想阻拦，可想到正好趁此机会探探程千墨的真正实力，便由着他们了。于是下一刻他手心向下一挥，见习场内凭空多出一座擂台来，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后悔。而程千墨也不墨迹，直接跳上擂台，用俯视的姿态说道，直接开始吧。见状孙科更是火冒三丈，直接释放能力，下一秒整个人的速度快到极致，所过之处皆留下一道残影，潇洒的跃上擂台。见此同学们都赞叹不已，这是剑士的招牌技能移形换位，没想到孙科学长的天赋将这个技能开发的这么淋漓尽致，都看不清他在哪。下一刻孙科便先发制人，从程千墨的背后刺出一剑，不过被程千墨轻松避开，不忘嘲讽一句，就这。闻言孙科翻转手腕，使出一记横扫，程千墨后撤躲开，紧接着孙科发动冲锋技能，接上挑技能，程千墨被挑至空中，霎时眼中的孙科身影消散，顷刻间竟然出现在他上方，随即他们接触的地方产生剧烈的爆炸，吃瓜群众这一刻都以为孙科必胜，孙科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下一秒一记膝撞便打在他脸上，妈，我果然没看错这小子。下一刻被动触发，程千墨一记裂波斩劈下，孙科应声倒地，你的极致速度在我接近白点敏捷的速度下还是太慢，场内一阵喧哗，我都没看清就结束了，孙科可是数一数二的天才，不到30秒就被瞬间秒杀，这等实力你还要打吗？程千墨看向罗晶晶说道。罗晶晶低下头，我确实不配挑战。这时吃瓜群众也被程千墨的实力彻底折服，大佬我要给生猴子。连罗晶晶都蜜汁脸红，竟然想和千墨发生点什么。教导主任对他的评价更高了，极致的反应速度，完美的技能释放时机，或许程千墨能够成为传说中的五转神人，无论花多少代价都要将他留在我们江城。于是他说道，我代表校方宣布，鉴于程千墨同学的优异表现，特别授予他100万蓝星币以及天骄学员的特殊称号。闻言在场之人无不是当场震惊，天骄学员。见状程千墨摸了摸下巴，看他们的反应，这个称号应该很厉害，可他不知道的是，江城已有20多年都没出过哪怕是一个天骄学员，而那个天骄学员此时已是四转职业者了，而偌大的江城也仅仅只有卢教委少数几个三转，那就说明程千墨未来最低也会是四转，这样强悍的学生我一定要拉拢过来，如若能成为四转职业者的老师，其成功必定能名扬整个大陆。说罢直接挽起程千墨的肩膀，两坨柔软的小白兔就贴了过来，程同学有兴趣来我们火箭班当班长吗？而且我向你保证，任何时间都可以给你单独辅导。见状众学生当场恼怒，薛老师可是我的女神，能被他私下指导就算是死我也愿意。然而程千墨却一脸嫌弃地表示拒绝，想多了吧你，你还没资格教我，太坏了太坏了。程千墨这个家伙可真是太坏了，面对着嚣张跋扈的抢怪三人组，端起祖传的加特林就是一顿突突，不仅抢走了他们的怪物归属权，甚至还利用他们的群体技能帮自己杀怪。见状班长当场就要发飙，却被队友拦住，班长你确认咱们三能干得过他吗？自知不敌的班长临走还不忘放狠话，可程千墨丝毫没想过给他们留面子，我有说过让你们走了吗？就在刚刚，女神班主任不惜当舔狗也要将程千墨收入后宫，并表示即便两人发生点什么也不是不可以，谁曾想却被这个钢铁直男直接拒绝。不只是你，所有江城的老师们都没有资格指导我，
闻言，薛晴正欲发怒，却被卢教委直接打断：“你确实教不了他。放眼整个华夏，都没人可以教他，因为他是散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职业散人，他的未来只能他独自面对。程同学，这条散人之路你可要走好了。既然如此，那我就特批你自学，希望你在下个月的统考中能大放异彩，为学院争光。”见气氛如此凝重，程千墨于是提议道：“奖励我的100万蓝星币什么时候到？”闻言，所有师生集体倒地。第二天的各大新闻媒体都是对程千墨的报道，无数记者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的想要得到程千墨的独家采访权。而他早已到了天气管理协会，数百年前凶兽毫无征兆的降临蓝星，但在屠杀完人类后自行退去。人类为了对抗这场浩劫，于是在虚无裂缝中发现了天启大陆主世界，并找到了自由进入的方法，随后便开启了全民疯狂修炼的时代。天启大陆也逐渐成为各国所抢夺的战场，因为只有拥有强大天赋的觉醒者才能在此立足。因此程千墨当下最重要的是先升到二十级，随后便传送到了地图破碎群岛，和前世的天启一模一样，可真是令人怀念啊。当其他人还在吆喝着组队刷级之时，而程千墨却凭着前世记忆去接隐藏任务，终于在一个破烂的房子找到了任务线索。恭喜您成功接取隐藏任务，消失的黑影。用海龟断尾做诱饵钓起神秘黑影并将其击杀，这个任务不仅经验多，而且还会奖励一件超好用的新手神器。与此同时的厄纳海滩，正当其他队伍正在杀怪升级之时，数道巨大的火球树就朝着众人砸了下来，顿时将众人砸得开启防护技能。而释放火球树的正是丁红所率领的抢怪三人。学校规定禁止斗殴，你不仅抢怪还伤害其他同学，并且这里是公共区域，不是你们魔灵学院的私人场。闻言，丁红一脸不屑：“我只是在打怪而已，法术可不长眼睛。如果不服的话，你们可以试试。魔灵大学可是夏国排名前十的大学。”无奈几人惹不起，只能起身离开。女法师表示那边还有一个不长眼的家伙在杀怪，抬头一看，竟是一个14级的垃圾散人。今天就让老子好好教育教育你。说罢，直接发动技能嘲讽锁链，还是老套路。我引怪，你们释放群体技能，把这些怪全杀了一个都不给那小子。看着怪物被引走，程千墨沉思道：天启中有个怪物归属权的设定，首先打掉怪物一定血量的玩家才能拥有他的归属权，其他玩家若在归属权内击杀怪物，不会获得任何奖励。也许普通玩家拿你们没办法，但可惜今天你们遇见的是我程千墨。说罢，发动刺客前置技能瞬补，只要超过他们三倍伤害，怪物归属权就会转移到自己身上，而且还要在不改变仇恨对象的情况下抢怪，要不然会被这群怪物瞬间秒杀。作为近战职业，自己并不具备拉扯怪物的，那就必须要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见状，一旁的玩家惊呼道：“这个散人竟然冲进了怪物群和两个法师抢怪，真是活腻歪了吧！”一旁的丁红也是一脸不屑：“一个花里胡哨的散人竟异想天开的想要夺回归属权，干脆用法师群攻顺便，这家伙免不算了。这可是你自己作死，和我们无关。”但随即发现似乎是哪里不对劲，两人的技能竟没有杀死他，于是慌忙命令道：“别愣着了，赶紧放技能将怪物先杀了。”但他们却不知道的是，程千墨利用快速攻击触发被动，并躲过了暴风雪的伤害，并利用暴风雪对怪物的减速效果，直接请出组团的加特林就突突了起来，并成功触发了格林机枪的概率被动。看着场上端起加特林疯狂扫射的程千墨，一旁的玩家瞬间被惊大了嘴巴。格林机枪的 CD 是8秒，这家伙是怎么做到连续释放的？这跟他们眼中的散人职业完全不同。被抢走怪物归属权的丁红几人瞬间被惊掉了下巴，可发动的暴风雪技能也已读条完毕，想要停手却已是为时已晚，瞬间全部砸到了残血怪物的头上。看着数百只变异海龟的尸体，丁红三人顿时傻眼，但临了程千墨还不忘嘲讽：“谢谢你们三个蠢货。”一旁的其他玩家此时已是笑得合不拢嘴，这三条狗被抢怪不说，还白白帮别人疯狂输出，这也真是太搞笑了。见状，丁红彻底暴怒：“你踏马在找死！”正欲发作之时，却被一旁的女法师死死拦住：“班长，你想好了，这人的输出比我们三个加起来都要高，你确定要干他吗？”闻言，丁红一脸懵逼，无奈只能悻悻离去。临走还不忘放狠话：“程千墨，你的名字老子记住。”说罢便要扬长而去，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三人冷汗直流：“我有说过让你们走了吗？”男人只是回头看了一眼，就把华国首富大公子当场吓尿，只因在他眼中男人犹如地狱的魔鬼一般。可一旁的男法师却是一脸不屑：“区区14级散人就想在本大爷面前撒野，有些人是你这辈子都惹不起。”说罢，一团炽热的火球便朝着程千墨袭去。见状，程千墨立刻将武器切换为拳套，紧接着发动拳师前置技能俯冲，抱起一拳就朝着男法师砸去，直接一记抱拳就将火球砸得崩裂开来。不带反应，一个闪身便到了男法师身后，随后只听砰的一声，身子犹如炮弹一般被踢飞了出去。见状，一旁的战士直接傻眼，这家伙眨眼间就释放了三个技能，这真的是14级的散人能做到的？你们还剩下20秒时间考虑，而且再加上你们身上所有的天气。不待丁红反应，女法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是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刚被踢飞的男法师也慢慢爬起：“敢羞辱我们魔灵大学的学生，老子和你没完！”骂骂咧咧的便要上前挨揍，谁曾想却被丁红一把拦住：“够了。”说罢直接掏出男法师的钱袋，连同自己的一同恭敬的递给程千墨：“程同学，刚才是我们鲁莽了，还请您高抬贵手。”看着三人的表现还算不错，那这次就放过你们。闻言，三人便哒哒哒的直接跑路。一旁的战士吃惊道：“从没见过这样牛逼的散人，竟然把魔灵大学学生打得像丧家犬一样。”其他几名战士也很识趣的主动离开，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安心的收集任务材料，
经过整整一夜收集之后，总算把其他材料都搞齐了。但好在是等级提升了一级，战力也飙升到了所有新生都无法企及的10000点。接下来就是完成任务，获得新手神械。与此同时的魔灵大学，丁红三人组正在密谋着如何报复程千诺，不仅安排专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而且还有年纪前30的所有学生前来帮忙。那计划的最后一步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省状元顾云飞。传言他不仅拥有 S 级天赋魔力冲影，并且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冲到了21级，是所有人眼中毫无争议的最强新生。如果有了他的帮助，那肯定是万无一失。不错不错，不愧是魔灵大学天骄第一人，竟能将火球术施展出如此威力。此人正是魔灵大学最强新生顾云飞。是丁家大少爷前来此地有何贵干？闻言，丁红就将自己的计划讲了一遍，可还没说完就被直接拒绝。顾同学可不会让你白白帮忙，我会将你需要的二转材料如数奉上。别走啊，顾同学，有什么条件您随便开。我们三昨天可是被那家伙欺负惨了，而且他只是一个14级的穷学生，但实力却是深不可测。我们三人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没有告诉你，那小子还只是个散人。听到散人，顾云飞停住了脚步。14级的散人，这下就有意思了。本以为全省同级的都是废物，这次终于碰到让我感兴趣的对手。此时的程千墨到了渔具店内，随后购买了一套精致的紫竹鱼竿，外加10单位的上等红虫。见他如此选择，老板瞬间坐了起来，一分钟不到就选择了实用性最好的一套搭配。难道此人是一个垂钓高手不成？可打娘胎算也不会有如此丰富的钓鱼知识，即便此人不是钓鱼世家，也一定大有来头。有机会交好，哪有何乐而不为呢？小伙子，我看你比较有眼，这一套渔具就只收你10金币，如果钓到了好东西可别忘了来我这买。至于价钱嘛，包你满意。随后便又到了海滩沙馆，现在距离副本材料就差最后一件东西。对面的小岛每隔3天就会刷新一只稀有 boss， 而他所需要的便是 boss 掉下的稀有装备，那就是让人可以在水下永久呼吸的道具。这是确保黑影任务必不可少的最后一块拼图。天启大陆设定在水下停留的极限是2分钟，超过时限每秒掉 10% 的血量，无论你有多少血量，10秒之后立即死亡，并且水下也会遭受异兽的袭击，所以一般没必要玩家都不会轻易下水。当程千墨刚上岸之后，身后便出现了2道鬼鬼祟祟的身影。小伙明明是第一次钓鱼，我偏偏钓出了连纵横垂钓界多年大佬都怀疑人生的庞然大物。一旁寻仇的学员更是当场傻眼，他这哪里是在钓什么鱼，却分明钓的是 boss。 就在刚刚，程千墨来到了一座古老的祭坛，看来就是这了。紧接着一脚踩向地面的粘液，只见粘液逐渐向上汇聚成一团幽绿色的黑影，看来今天的运气倒不错。说话间，绿色的粘液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人形生物，18级的稀有精英生物粘性辐射尘。老伙计，好久不见，请别来无恙。说罢手持法杖就朝着粘性辐射尘身上砸去，直接对其造成了439点伤害。见状，粘性辐射尘怒吼一声，身上的粘液脱离身体，向着程千墨甩出。程千墨一个侧身闪躲，腐蚀泥浆。老伙计，你一上来就放大招的吗？如果没记错的话，被腐蚀泥浆击中减速 30%， 并降低50点伤害，且可以多次叠加，因为无论如何也要躲开他的攻击。待近身之时，立即切换长剑，瞬间释放裂波斩朝着粘性辐射尘身上劈去，并直接触发被动技能裂波斩，眨眼间就对其造成巨额伤害。但毕竟是精英级元素生物，下一秒就从体内黑洞射出团团绿雾辐射之云，如果被沾上的话就会持续掉血。程家18代列祖列宗，请赐予我祖传的加特林吧。虽然你这家伙擅长各种 AOE 伤害，但迟缓的速度却是他致命的弱点。随着加特林一阵密集的轰击，粘性辐射尘瞬间就被轰得连渣都不剩。水藤法杖，使用者可以无限制在水下呼吸，效果果然和前世的设定一模一样。也是时候去掉那团消失的黑影了，那必定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恶战，毕竟他可是新手村最强的隐藏 boss。 其实他早已发现那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我倒想看看你们到底能搞出什么花样来。说罢扑通一声跳入了深海之中，但因为游戏潜水设定的关系，两人很快就丢失了程千墨的身影。于是两人决定上岛看看，但找了半天都未找到程千墨的蛛丝马迹。小姐，不好了，我们丢失跟踪目标了。这时程千墨早就到了破损群岛钓鱼点，现在就坐等着钓鱼时触发后续任务，但刚到海边却发现位置已被他人占了。可奇怪的是，此人的等级职业军事问号。见状，程千墨顿感震惊，这怎么可能？除非对方等级比自己高出许多，否则不可能探查不到他的信息。可就在这时，那神秘人突然开口：“小友，你也是来钓鱼的吧？来吧，我让个位置给你。有警惕心是好事，不过我并没想杀你。如果想杀你的话，易如反掌。”无奈程千墨只好随便选了一块位置，等这人走了再做任务也不迟。与此同时，神秘人打量着一旁的程千墨，不卑不亢，在我面前竟没有露怯，看来此子还挺有胆魄的。2分钟后，8斤重的食草鱼轻松上钩。3分钟后，9斤重的鲤鱼上钩。5分钟后，9.5斤的红风鱼被成功钓起。看着一条条肥硕的大鱼接连上钩，一旁的神秘人当场傻眼：“我在这钓了半天，连个鱼毛都没有，你小子是怎么做到的？想老夫我纵横垂钓界多年，竟然遇到你这个天纵奇才，不知小友可否指点一二？老夫必有重谢。”闻言，程千墨心想：就你这菜鸡水平，还敢夸海口说自己纵横垂钓界多年，看来这就是所谓的人菜瘾大了。但只能尴尬一笑：“前辈您谬赞了。”那小子就斗胆了，前辈打我的饵料配比略有逊色。闻言，神秘人哈哈一笑：“小友真乃当世奇人也，小小年纪却有如此的垂钓心得。”
老朽实在佩服，但据老夫观察，小友不仅钓鱼天赋出色，本领想必也不会太差，那就让老夫领教一二。说罢就朝着程千墨抓来。见状，程千墨直接闪身拉开位置，但神秘人却不慌不忙地询问道：“为何要走散人路线？散人路线为何我就走不得？”闻言，神秘人缓缓起身：“老夫明白了，小友你可愿意拜我为师？”程千墨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谢谢前辈的好意，散人这条路我想自己走下去。”说罢扔给程千墨一枚戒指：“将来如果需要帮助，来管理协会找我。”望着手中带着情字的黄色戒指，程千墨明显一愣：“都什么年代了，还搁着送信物？”与此同时，一场针对程千墨的围剿也即将开始。程千墨，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管理协会吴中磊也收到了丁红一行人出动的消息，希望今天可千万不要捅出什么大娄。而程千墨此时还在悠然自得地钓着鱼，突然一声程千墨打断了场上的安静：“今天这鱼你怕是钓不成了。”闻言，程千墨一脸平静：“这不是魔灵大学的废物三人组吗？怎么打不过就叫人？”此时的顾云飞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就是那个散人，确实有点意思。死鸭子死到临头还嘴硬，老子今天必定要你回炉重造。”可就在这时，警告：有不明物体上钩。顿时一道巨大的身影从湖中出现，眼中闪着猩红的红光。见状，众人当场惊呼：这是什么怪物？难道是某种隐藏部族？抬头一看，22级内家族精英首领奈兹加克王子拥有6000点生命值，就连一向沉稳的顾云飞也顿感震惊。22级的精英首领，就算是他也难以完成单刷，难不成他的出现和眼前这个15级的散人有关？这时一旁的同学提议道：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稀有包法，趁着人多我们来他个杀人抢怪夺宝，岂不一举三得？闻言，程千墨一脸不屑：有厉害的宝物确实不假，但你们也得有命去拿。说罢一条断尾就朝着几人丢出。与此同时，内兹加克也冲上了岸边，见状程千墨一个飞身迅速滚开，而躲避不及的学员直接被当场掀翻。但21级的顾云飞毕竟是魔灵大学新手第一人，发动冰封术立刻将奈兹加克束缚住，并且血量也在持续的下降。顾同学你先拖住 boss， 我先带几个人把程千墨那小杂碎给杀了。剑士靠前，法师靠后输出，这丁红还算有点脑。不过对程千墨来说，任何花里胡哨的战术在他眼里都是徒劳。随即切换长矛，就是一记横扫，直接就将三名剑士直接给击飞了出去。接着发动刺客技能手里剑，眨眼间就打断了三名法师的技能。移动的同时切换短剑一记圆月斩，直接就将法师给轰飞了出去。见此情形，一旁两人彻底震惊：这哪里是什么散人？爆发高速度快，还有那离谱的武器切换速度，这简直就是战士与刺客的结合体。与此同时，由于 boss 血量过低，强行解控并进入二段狂暴状态，手中的三叉戟也随即射出。可恶的人类！说罢猛地砸向人群：都给我陷入无尽的黑暗吧！顿时场上众人全部跌入深海之中，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但唯有程千墨异常兴奋：水中才是我的主场，对决了，对决了！丁红率领魔灵大学众天才与程千墨展开了最后的对决，本以为能靠人数优势能让战局尘埃落定，结果程千墨将计就计，将众人引入了海中，并凭着水藤法杖的特殊效果独自定义身，只剩下丁红众人面对内兹加克的怒火。而程千墨是否能够独自完成隐藏任务，就在刚刚，内兹加克刚入水就进入了30秒的无敌状态，但是却无法动弹。而水中的丁红众人每两分钟就要上去换气，于是女法师提议众人在上面先等着，让程千墨独自面对内兹加克，待他露头将其直接斩杀。丁红虽恨得牙痒痒，但也别无他法。可顾云飞坚持要去会会这个散人，闻言丁红一脸兴奋：只要顾云飞还在，他就还有机会。现在大家都别管那只豹，只要把程千墨弄死，奖励加一倍。听到双倍奖励，众人犹如打了鸡血一般，拿出武器就朝着程千墨的位置袭去。真是一帮蠢货，在我的主场还异想天开的想要强杀我。但奈兹加克30秒的倒计时也快要到了，如果继续纠缠的话，恐怕自己也要栽在地。于是毫不犹豫地朝着更深处游去。见状，丁红一脸恼怒：憋气时间只有两分钟，他游这么深等于就是在自寻死路。与此同时，奈兹加克已经可以行动，随即发出一声滔天怒吼。见状，丁红暗叫不好，这才意识到在水中最恐怖的不是程千墨，而是这深海 boss 奈兹加克。很快众人就被深海漩涡强制拉扯，即便再怎么挣扎都无法移动。顾云飞的火球术也只对其造成了298点伤害，原来是火系法术在水中被大幅度削弱。见状，丁红立马让众人赶紧撤退保命。虽然此时的顾云飞心有不甘，但无奈只能先行撤退，但奈兹加克怎会轻易放过？愚蠢的人类，既然激怒了我就留下来别走了。说罢直接发动寒冰激流朝着众人席卷而来，眨眼间就将所有人牢牢束缚。您的氧气已耗尽，死亡倒计时十秒，程千墨老子和你没完，等我复活了必定将你千刀万剐。可下一秒只能露出一脸绝望的表情：该死的程千墨，你为什么还没死？说罢便朝着深海中沉去。程千墨，你不得好死，奈兹加克王子，这里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了，要不咱俩完了，完黑了。说罢发动寒冰激流就朝着程千墨爆射袭去，但程千墨却是不慌不忙地发动初始技能念力罩，可用念力包裹全身抵挡一次攻击，紧接着立刻穿戴好远行靴，必须尽快拉近与 boss 之间的距离，直接发动装备技能，急速就到了内兹加克身前，随即切换武器单手剑，加上 1.5 倍的属性效果，攻击力足以达到25级左右水平，瞬间对内兹加克造成碾压，加成988点伤害。内兹加克顿时头部吃疼，猛地就将他给甩飞了出去。可恶的人类臭虫，我要杀了你！但程千墨却毫不犹豫地切换武器，请出祖传加特林，对着内兹加克就是一顿突突，眨眼间就将其轰得嗷嗷乱叫，血量也瞬间见顶。
趁你病要你命，也是时候结束了。可内兹加克却不甘地怒吼了起来：“卑鄙的人类，你休想从我身上拿走任何东西！我要和你同归于尽！”闻言，成千墨微微一笑：“那也要看你能不能活着到我面前了。”说罢，一把飞剑正中内兹加克面部。恭喜您完成隐藏任务消失的黑影，恭喜您成功升到17级，恭喜您获得神秘宝箱，也终于到手了。上岸后，成千墨缓缓地打开箱子：“恭喜您获得史诗级饰品潮汐咒符，可主动释放技能灵魂冲击，并让其目标强制昏迷四秒。”冷却时间两分钟。注：物品等级不代表佩戴等级。有了潮汐咒符，成千墨就等于多了一个杀手锏。要知道，灵魂冲击可是无视等级怪物、人物等一切限制条件，这就意味着面对同等级敌人都会立于不败之地，甚至可以硬刚高等级的敌人。与此同时，将城市教育局内今年的保送名额我拒绝给一中的成千墨。一名胡子拉碴的男人反驳道：“不给他给谁？他可是破了我们江城市的记录。”此人正是教育局三转强者李天。这时，一名长发男子表示道：“我承认他是个绝世天才，可是他选的是散人路线。”说罢，猛地拍了拍桌子：“江城市每年就一个保送名额，怎么能给这样没有未来的学生？”此人是教育局三转强者王天峰，我王天峰坚决不同意。闻言，李天顿时也恼怒了起来：“全校谁不知道你和卢教委有过节？用得着在这种地方上公报私仇吗？”突然，一旁的掌声突然响起。其实这件事处理起来非常简单，本来之前已经决定将名额给风华高中的李道月，他不仅在考核中达到了12级，甚至觉醒了 S 级狂暴施法天赋。转职的职业又是稀有的咒术师，这样的搭配也算得上是一转觉醒者的顶配了。只不过因为后来成千墨的横空出世，大家这才坐下来选择了他。那么不如让他们两约战一场，胜利者直接获得保送名额。校方为了成千墨争夺江城唯一的保送资格，就算是拼了命也要咬牙坚持。可男人的电话始终处于无法接通状态，直到对方以为胜券在握之时，属于主角的成千墨才缓缓现身，端起加特林就是一顿哭突。原来这都是学员高层有意而为之，目的就是培养一位极具实力的偶像，这样才能激起全体学员们的斗志。但我们的校花罗晶晶可就遭了老罪了。就在刚刚，成千墨将所有余货全部打包处理，老板为了示好并把价格提高 30%。 与此同时，电视上正在转播江城学院的大赛，随后在老板的口中得知，江城和风华两座学院要进行一场名额保送赛，这么重要的交流赛为何没人通知他？可掏出手机一看，却是一脸懵逼。而这次的交流赛分别是团体赛和车轮战，积分最高者的学校将获得保送名额。江城学院这边有10级的枪炮师、格斗家、法师、牧师、狂战士，风华学院这边有剑士、骑士、咒术师、刺客、散打。双方队员的出场顿时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欢呼，而主席台上的卢教委两人则是闭起了眼睛。李道玉嘲笑你们学院的最强三人成千墨为何没来，是不是当乌龟躲起来了？但罗晶晶对此却只能是咬紧牙关闭口不语。法师牧师靠后输出，注意不要被刺客偷袭，等会我来火力掩护。你们两个近战，直接去拖住李道玉。随后李天大声宣布比赛开始，话音刚落，双方战队就进入了战斗状态。由于有罗晶晶的重火力压制，格斗家很轻松的就来到了李道玉上空，眼看着重拳就要砸爆李道玉的狗头，可风华学院的骑士一个迟钝猛击，直接就将格斗家砸飞了出去。与此同时，风华学院的刺客也绕到了罗晶晶身后，待众人发现时已是来不及阻止。被偷袭成功的罗晶晶顿时喷出一口老血，随即擦拭着嘴角的鲜血。为什么对方的首要攻击是自己而不是身后的牧师？原来在李道玉眼中，罗晶晶才是整个团队的核心输出点。这时李道玉的技能也即将读条完毕，见状众人一脸震惊，雷光弹的施法 CD 不是5秒了，他这3秒多别人还怎么玩？对此李天峰一脸得意，他觉醒的天赋可是 S 级狂暴施法。与此同时，李道玉的雷光弹已到了罗晶晶身前，见势不妙，牧师立刻给罗晶晶套上真言术盾，可即便如此还是被狠狠砸中。可恶，原来他的雷光弹是带锁定功能的。只听现场轰的一声，罗晶晶直接被轰飞了出去。薛晴上前查看完罗晶晶的伤势后表示，这场我们认输。闻言李道玉直接笑出了猪叫。可接下来车轮战的结果也十分糟糕，再输两场的话，江城学院就要彻底出局了，众人也只能期盼着奇迹的出现。面对杀猪般的嘲讽，卢教委却是一脸淡定：“不急不急，比赛还没有结束。好好好，那就让你们的学员多挨会揍吧。”可直到这时，程千墨的电话还是无法接通。可就在江城学院的女剑士即将要被掀翻之地，一双大手随即出现，场上的众人顿时一脸震惊。可卢教委嘴角却是露出一丝笑意，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同学你休息吧，接下来就交给我吧。见状，风华学院的剑士还不忘嘲笑他：“即便你来了又如何？受死吧。”可谁知程千墨却直接掏出祖传加特轮，一番称呼之后，这名剑士顿时瞪大了眼睛：“这火力猛得过火吗？”紧接着扑通一声被掀翻在地。有请下一位，你们快看程千墨的信息。此时众人才发现他的等级已到了17级，距离秘境考核也才过了3天，一天一级的升级速度令人咂舌。顿时场上程千墨牛逼的欢呼声不绝于耳。此时的李天峰也是被惊得目瞪口呆，区区散人怎么可能升级这么快？见状卢教委也是一脸尴尬：“我只知道他能回来，但没想到他的等级竟然到了17级，还是你卢教委能忍，这下你们江城学院就可以起脸输出了。”这是风华学院的一名刺客跳下来：“为啥队友碰到的都是菜鸡，而我却要对战程千墨这个17级的怪物？”见状程千墨微微翘首：“
搞快点，我赶时间。无奈刺客只能硬着头皮冲了上去，看来也只能是出奇制胜，眨眼间就消失不见。可藤千墨却是一个飞身跃起，紧接着发动格斗加技能踏鹰，瞬间就将这名刺客踏飞了出去。牛逼，竟然用格斗加的 AOE 技能破刺客的隐身，我们老师怎么没教过这种战斗技巧，回头一定要向程学长请教一番。其实学院收到程千墨归来的讯息，却故意按兵不动，目的就是培养出一位极具实力的校园偶像，这是激起学生们斗志的最佳方法。仅是十分钟，双方比分就被拉平。学长，大事不好，没看到我在休息吗？什么是你大呼小叫的？那个程千墨回来仅用15分钟就追平了本，我们的学员都已经快崩溃了。闻言李道玉犹如五雷轰顶一般，这绝对不可能。此时场上的众人也在议论，一川15的神迹简直闻所未闻，接下来压力就给到风华学院这边，最后一名散打学员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这时李道玉突然从休息室走了出来，堂堂17级的程千墨欺负一个10级的有意思？带种的话来和我打一场。可话音刚落就被现场的裁判所制止，简直胡闹，规则可不是你想改就改的，你都已经下场休息了就没有资格再次上场。闻言李道玉并没有理会，而是死死地盯着程千墨，就问你最后一场敢不敢和我打。没什么不可以，那你们俩就一起上吧。但江城学院的观众却不同意，李道玉你这招也太卑鄙，尽利用学长的好胜心来挑衅。但主席台上的卢教委却表示同意，收到消息的张主任心领神会，既然双方领导都同意，那么最后一战就由李佳木李道玉对决程千墨。话音刚落，李道玉便安排好了战术，等会你只管冲上去缠住他，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我宣布最终战现在开始。话音刚落，李佳木的抱拳就朝着程千墨脸上袭来，而李道玉则是趁机发动技能雷光弹。见状程千墨一个低身躲开，顺势切换拳套，一记上勾拳就将李佳木砸飞了出去，紧接着飞身抱起，顺势发动技能升龙拳，只听轰的一声，现场顿时烟尘四起，而李佳木直接就被砸入了地底。程千墨牛逼，大佬小心李道玉的雷光弹。与此同时，李道玉的雷光弹也以蓄势待发，巨大的光球充斥着噼里啪啦的闪电，一脸不屑地看着场中的程千墨。果然和程千墨猜想的一样，李道玉这家伙绝对有问题，现在才感到惊讶，你不觉得有些晚了吗？只有我才配得上这唯一的保送资格，去死吧程千墨。说罢能量狂暴的雷光弹就朝着程千墨砸了过来。见状程千墨立即发动格挡技能念力爪，雷光弹的 CD 时间是5秒，加上李道玉的天赋加成起码也需要 3.5 秒，算上他带走李佳木的时间也就最多3秒左右，也就是说他的施法时间快了 0.5 秒。在李道玉雷光弹狂暴能量的轰击下，程千墨所在之地瞬间化成了滚滚的烟尘。正当李道玉想要上前查看之际，程千墨的身影突然从烟尘中缓缓走出。虽然你觉醒的天赋是狂暴施法，但根本不可能把雷光弹的 CD 缩短至3秒。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程千墨，你一定是违规接受了二层初级秘境洗礼。我说的对吧李道玉同学？见状李道玉顿时露出了一脸吃屎的表情。先不说 CD 时间问题，程千墨竟然在他的雷光弹下毫发无损，这怎么可能？而此时的众人也是一脸疑惑，程千墨口中的二层秘境洗礼是什么东西？知情的学员解释，所谓的秘境洗礼就是学校秘境中的一种特殊 buff， 就像学员的怒焰裂隙就分为简单难度和普通难度，通关后可以通过洗礼获得特殊 buff。而李道玉明显获得的是11到20级的普通难度 buff。 闻言风华学院的众学员才茅塞顿开，彻查风华学院，还我们江城学院一个公道。卢老头，你有没有看出什么？细细观察他的施法 CD 确实有问题，要不去管理协会查查他的数据，你觉得我说的对吗老王？闻言王天风老脸一黑，打不过就想泼脏水，我们都没察觉出来的东西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一个区区散人这么快就能到达17级，恐怕你小子身上也不干净吧。闻言程千墨却是微微一笑，身为李道玉的导师，您确定您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吗？男孩只是略施小计团灭了魔灵学院一众天才，可护犊心切的副校长却要上门讨个说法，而且还以魔灵大学的名义向上级施加压力，可谁曾想却被上级大佬直接驳回。无奈一众闹事家长只能悻悻而归，就连嚣张至极的副校长也一改之前的态度，随手就是超大手笔至尊黑卡以示歉意。原来就在刚刚，闻言王天峰脸上的表情犹如吃屎一般，你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那么我就来考考你，蓝泉圣使的意念驱动具体是什么属性？如果说错了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一旁的学员顿时议论道，这可是鼎鼎有名的下水道三帅之一，学校根本没人转职过，课堂上也没有提过，程千墨怎么可能会知道？此时的王天峰一脸得意，要不是自己年轻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很厉害的蓝泉，要不然自己也不会了解这方面的资料。但程千墨却是一脸平静，对于王教委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小子却是略懂一二。所谓意念驱动蓝泉圣使的基础技能，就是把巨兵插入地面，并让范围内的敌人身体处于僵直状态，持续时间大概 0.8 秒左右，其次还可以增加自身移速 20%， 攻速 10% 和跳跃力 50%， 持续时间10秒钟。闻言王天峰直呼不可，连下水道职业你都了解得这么清楚。见状一众学员一脸兴奋，看到王教委那副比吃了屎都难受的表情简直是太爽，大佬就是大佬，真是我们这些普通学员羡慕不来。但一旁的李道玉却是不淡定，他就是瞎猫碰见死耗子。那么我就问问你，咒术师的技能有什么隐藏特点？请问你说得出来吗？听到这个问题，一旁的江城学生顿时不淡定，你们风华学院可真是卑鄙，这种核心问题如果不是本职业的话谁会知道，问技能效果也就罢了，你还故意问隐藏特点。闻言程千墨顿时眼神一冷，既然如此我就让你死个明白。符咒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大自然属性，不同类别的符咒增幅的效果也全然不同，而咒术师的隐藏特点那就更简单了，不就是学习符咒之后可以将其加持到魔法之中吗？你刚刚的雷光弹威力之所以如此强大，不就是融合了金属性符咒，成为二转咒灵师后还可以吸收神灵的力量为己所用，
请问这有什么复杂的呢？闻言，李道玉是一脸的不可置信，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说话的同时，双腿也是不禁颤抖了起来，紧接着更是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这时的李天一脸得意，此子天资倒还是不错，只可惜却走了邪道，今天的闹剧也就到此为止吧。你觉得呢，王教委？闻言，王天峰扑通一声坐到了座位上，也罢，老夫认了。都怪我气量太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只希望能够从轻发落风华学院，至此比赛也告一段落。风华学院还需要调查后严肃处理，本次交流赛江城学院获胜。顿时场上学员的刀呼声此起彼伏，我们是冠军，程千墨牛逼，我要为你生猴子。江城学院再次宣布，本次江城市唯一一个 top 10保送名额授予程千墨同学。但此时的程千墨却向卢教委询问道，目前夏国 top 10的大学手里都掌握了哪些秘籍。但令程千墨疑惑的是，为何自己想要的几个副本这些 top 10的学校一个都没有，可其中的一所大学引起了他的注意。为何拥有众多高级秘境的神域大学却没有进入夏国前十？闻言，李天缓缓地放下了茶杯。说起神域大学，这故事可就长了。50年前的神域大学可是当之无愧的夏国第一大学，不仅拥有为数众多的高级秘境，而且学生的天赋也很强。可后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发出了更为高级的秘境，经过不断的洗礼变得越来越强。可即便如此，神域大学的秘境难度不知为何还要比其他学校高出一大截。因此想要通关一些高难度副本简直是难如登天，久而久之太多的学生不得已只能放弃神域大学，因此学校的实力也就开始急速衰败。但神域大学的副本却是程千墨所需要，虽然现在落魄，但这并不是关键。既然神域大学不在 top 榜前十，那么这个保送名额还是归还给学院吧。我想自己参加高考，然后选择心仪的学院。闻言，李天当场傻眼，程千墨你可要想清楚，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后悔可是来不及的。可卢教委却持不同态度，老李你无需多言，校方尊重程同学的选择，不过学校也不会让你吃亏，有什么要求尽管可以提出来。于是程千墨递上了所需的材料，不知道这些学校能不能提供。卢教委表示你就尽管提，但看到材料表却是目瞪口呆，你这是到我这里进货来了。与此同时的市管理协会呆头查到了，这是我们查到的关于海滩地区程千墨的所有信息。闻言呆头就查看了起来，也不知道哪所大学能培养出如此可怕的天才。可看到了程千墨的信息却更为震惊，怎么是江城学院，而且只是一名三年级学生？这怎么可能？这小子的战力评估竟然超出了12000点，怪不得15级就可以单杀22级的稀有 boss， 还顺带把丁红等21人给反杀了，这简直就是妖孽啊。此子将来必定是夏国的栋梁之才，这样的顶级天才绝对不能被人毁掉。呆头，你看，这里还曾出现了一名未知战力的强者。闻言，呆头当场惊呼，怎么还有一位绝世大脑，而且还会和程千墨在一起？可就在这时，却得知魔灵大学找上门来了。此时的接待室已是闹哄哄一片，只见一群妇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自己的惨状。吴委员，你可算是来了，您今天一定要为我们这些家长们主持公道。那个叫程千墨的恶徒，竟然对同为夏国的学生们下手这么重，而且还平白无故地掉了四级，还请吴委员您为我们讨个说法。而这时魔灵大学的65级常务副校长钟红山突然出现，吴委员好久不见，想必你刚刚也听到了大家的诉求，所以还请您将那恶徒程千墨的信息交给我们吧。但却被吴委员当场拒绝，这件事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据我所知，程千墨并没什么过错，起因也是由你们学校先挑起来的，因此本人恕难从命。闻言，钟红山身上的气势顿时爆，并一脸恼怒地说道，如果我们魔灵大学执意要追究呢？可吴委员却也毫不示弱，那如果我非要保他呢？顿时现场就变得剑拔弩张起来，两人谁也不肯让谁。可突然钟红山却哈哈大笑了起来，我早知道你小子肯定是油盐不进，因此我早已留了后手，在你来之前我就以魔灵大学的名义向总局请示过，想必这个时候也差不多得到批示了。这狡猾的老东西竟然跳过我向总局要你，程千墨我最多也能帮你到这，接下来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与此同时，总局的批复也已下达，钟校长不愧是天海实力前五的强者，你一出手就算总局也要给您几分薄面。可看到总局的批示，两人也是吃了一惊，驳回，这怎么可能？此时的钟红山也是一脸震惊，难道此子背后有连他都惹不起的大靠山？定不可再为此事多做纠缠。而此时的吴委员也是一脸震惊，难道和那位未知强者的信息有关，或者说是我们管理协会内部的某位大佬？臭小子还藏得挺深的嘛，亏我刚刚还那么卖力的帮你周旋，方才还叫嚣要讨个说法的家长们也是一脸懵逼。我们尊重上面的决定，肯定是我们家那孩子不对，回去一定要多加管教，绝不给管理协会添麻烦。钟红山也是一改之前的态度，吴老弟今天是个误会，我这里有点小心意，还劳烦您带我向程千墨同学问好。说罢便哒哒哒的转身离开。看了手中的卡片，吴委员也是震惊不已，这可真是大手笔了，天启大陆拍卖行黑卡，还有物品等级60的极品防具一件。臭小子，你的起点已超越夏国90%以上人群，你可千万不要让我们这些看好你的前辈们失望。他明明是搞垮对方学院的罪魁祸首，现如今还要上门争夺对方学院的秘境，所有老师都嘲笑他是个傻子，理应他选择了推荐难度最高的黑暗深渊。校长甚至表示此次挑战要现场直播，这样他一旦失败才能提起全校师生士气。殊不知在南海眼中，此秘境如探囊取物一般简单。就在刚刚，程千墨竟放弃了全省唯一的保送资格，为了弥补他的损失，学校答应为他提供一些材料，但集合全校之力也就弄到三分之一而已，想弄齐那必须得市级领导发话才能办到。闻听此言，程千墨一脸震惊，多谢李主任，我还有要紧的事就先走了。见状，李主任正要上前询问，却被卢教委拦住，任他去吧，只要不闹出人命，江城学院都给你担着。不过可否告知你要这么多材料的目的？
藤千墨回头微微一笑，我要打造一把跨时代的武器。华学院会议室，由于风华学院此次的作弊行为，教育局决定降低学院资源并取消一切荣誉评选，开除李道玉等几名同学学籍，五年内禁止参加任何高考。至于始作俑者王天峰，已被纪委采取强制措施并接受组织调查。看来这次是真的完蛋了。据说一些低年级学生已经连日转学离开了。哎，没有个七八年，风华学院恐怕是缓不过来。就在这时，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不好了，那个叫程千墨的学生上门闹事来了。闻言众人当场暴怒，这简直欺人太甚，我倒要看看那小子能玩出什么花样。他好像就是那个妖孽散人程千墨，仔细一看可真帅啊。请问程同学来贵校有何贵干？程千墨邪魅一笑，我要发起秘境争夺战。闻言全体老师当场震惊，你一个学生就妄想发起秘境争夺战？原来所谓的秘境争夺战就是秘境的归属权，一般的秘境都在学校手里，校外之人若没有学校的允许，就算通关也是没有任何奖励的，除非那个人刷新了通关秘境的最高纪录，这样就可以取得归属权。而挑战别人秘境的行为被称之为秘境争夺战。区区17级就想发起秘境争夺战，你也太高估自己了。识相的话赶紧滚回你们江城学院，贵学院难道是怕了吗？既然如此，敢不敢和我赌上一局？一旁老师正要发作，却被康校长伸手阻拦。你想赌什么？老夫接了，这上面一共有20种材料，如果我今天挑战成功，你们必须至少拿出5种出来。康校长一脸忧，他一个学生要这些材料干什么？难不成他还是一个锻造的好苗子不成？随即话锋一转，那如果失败了你又该如何？如果失败我可以答应你们任何条件，这个赌约老夫接了。程千墨同学这边请。我们学院一共掌握了4个初级秘境，死亡矿井、哀嚎洞穴、隐崖城堡、黑暗深渊，给你3次机会，只要刷新其中任何一个记录，这场赌约就算你成功。众人觉得他肯定会选择最为简单的死亡矿井秘境，可即便如此，当年罗老师可是连刷2个月才刷出这么变态的记录，可下一秒就被程千墨的选择惊掉了下来，因为他选择了最难的黑暗深渊。这时康校长还不忘提醒他，这个秘境地形可是十分复杂，你这个等级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建议你还是另选一个吧。闻言程千墨大嘴一咧，我决定了，就刷黑暗深渊。此言一出，康校长立刻大手一挥，马上打开全体教室的实时转播屏幕。好的，我立马去办。如果他失败的话，江城学院的威名将会大打折扣，这可真是一次提高学生士气的好时机。程千墨一个滑铲就进了秘境内。黑暗深渊是一座位于地下的水库迷宫，怪物多以鱼人族为主，视力一般，但听觉尤为发达，这感觉可真是无比熟悉啊。抡起一棒就直接砸了过去，直接以碾压之势将鱼人怪全部干成了残血。接着一个芥蒂爆射起步，抱起一棒完成补刀，场下的学生当场傻眼，卧槽，这伤害恐怖如斯，就算他等级比鱼人高一级也不至于这样吧。紧接着穿过一道狭窄的山谷，密密麻麻的人鱼怪挡住了他的去路，这是黑暗深渊的第一个难点，如果水中缠斗将会十分难缠。还好程千墨可是散人职业，随即发动全职业通用技能月翔，直接从人鱼群头顶一跃而过。卧槽，这普通的月翔技能竟被他玩得跟轻功似的，即便是当初的罗老师也是被这群食人鱼折磨了半天，而用时却比当初的罗老师整整少了一半。闻言康校长当场傻眼，这怎么可能？不多时程千墨就遇见了秘境中的第一个 boss， 血量3000点的龙虾王巴尔坦。没想到这 boss 属性竟比粘性辐射尘还要低，根本不足为惧。谁能想到被全校师生视作神明一般的男人，在这个高中生眼中简直就是个笑话。不仅被男孩轻轻松松地刷新了通关记录，甚至连秘境的归属权也一同丧失。就在刚刚，程千墨遇到了第一关 boss 巴尔坦，二话不说一记火爆术就轰了过去。遭受攻击的巴尔坦这才发现了程千墨的存在，因为他的设定是当玩家主动攻击或靠近他才会被发现。同时一旁的老师们也在不断嘲讽，竟敢主动攻击巴尔坦，这小子死定了。即便是当年的罗勇老师也是经过数百次挑战才成功的发现了这关的诀窍，那就是在不惊动巴尔坦的情况下才能强行留到对岸，虽然会增加不少时间，但已是最佳的通关方法。就让我们来一起见证这小子被狂暴化的食人鱼群撕碎了。但程千墨却是不退反进，一个爆射就袭到了巴尔坦身前，直接就是一招贴地滑铲，接着发动技能飞踢，砰的一声踢向巴尔坦的肚子，扑通一声将其踢入了湖水之中，随后搭的一声落在了巴尔坦的背上。巴尔坦自认为程千墨很愚蠢，水中可是他的主场，只要他一个下潜的话，程千墨必败无疑。但程千墨依旧是风轻云淡，随即切换拳套，那就如你所愿。不待巴尔坦反应，程千墨一个重踏就将其踩入水底，湖底的食人鱼被鲜血所吸引，开启暴走模式，开始啃食巴尔坦的身体。可狂暴化的食人鱼才不管你这么多，就算你是关卡的 boss 也不会放在眼里。池塘的巴尔坦还试图挣扎着离开湖面，但程千墨才不会给你机会，直接一把抓起巴尔坦的黄色血液，嗖的一声向湖面抛出，然后再次用力的将巴尔坦摁入湖里，然后切换钩索枪射向石壁，眨眼间就脱离开了战场。你这点智商还远远不够用。随后哒哒哒的向通道内奔去，只留下湖面上巴尔坦的碎肉。见此一幕，全校师生当场傻眼，这么一对比，罗勇老师岂不就成了个笑话？只希望迷宫能让他多浪费一些时间吧。而下一秒，校长直接被惊得张大了嘴，这小子的行进路线竟然没有丝毫错误，甚至比当初罗勇老师的路线还要丝滑，难不成他以前来过这？闻言校长突然站起，各位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他是否第一次来想必各位都心知肚明，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就真的那么难吗？看来我风华高中要败在一位高中生手里，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就会有新的记录诞生，而且从今往后估计也很难有人打破。此时程千墨已来到了最终关卡，点燃这一个火盆就会有四条黑泽蛇出现，全部消灭后就会迎来最终 boss。 以自己目前的状态来看，同时对付16条完全没什么问题，说干就干。
火爆树修的一声发动，紧接着四个火盆同时被点燃，所有学生无不是当场傻眼。大佬这是要准备一次性全干，如果大神能够顺利通关，我明天就申请转学。而现场的老师则是持不同态度，明明通关在即非要去装个逼，但如果翻车的话，正好风华学院也得救了。程千墨，就让老夫看看你究竟是个天才还是蠢材。面对16条黑泽蛇，程千墨却是纹丝未动。鬼气招牌技能侵蚀之普利盟，降低附近目标的异常状态抗性以及模仿，持续时间30秒。 就在这时，16条黑泽蛇同时攻来，程千墨则是一个弹射起飞躲开了攻击。紧接着掏出凝固汽油弹，砰的一声就在黑泽蛇堆上方爆裂。程千墨这招所图甚大呀，侵蚀之普利可以降低抗性和模仿，汽油弹可以附带引燃棒。难道这小子是想？只见程千墨突然掏出法杖，嘴里呜里哇啦的念着一堆咒语，只见空中突然出现了一片神秘的法阵，顿时无数陨石从天而降砸向黑泽蛇群，夹杂着汽油弹，现场顿时火光冲天，炸成一片。 武器弹药专家元素施这三种完全不同的职业，在程千墨手中竟能起到如此惊人的化学反应。看来散人这个职业也不完全是废人，果然是天纵奇才。这样富有创意的招式搭配以及那恐怖的战斗嗅觉，我们风华高中这次输得不冤。这是柱子上突然冒起了蓝色的火焰，紧接着三头巨蛇凭空出现，是谁敢召唤我？ 原来是最终buff阿库迈尔，20级的九头蛇嘴精英棒。见状，程千墨微微一笑，老伙计多年未见，让我再看看你的实力如何。卑微的蝼蚁，我要让你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说罢，张开血盆大口，释放技能腐蚀喷射。程千墨发动瞬移技能躲开毒素的攻击，顺势发动技能裂波斩。眨眼间就将阿库迈尔的左侧头颅斩断，但他却有着无限复活机制，只有将两边的副手全部砍掉即可避免触发复活。见状，程千墨立刻切换武器，发动刺客特有的前置技能背刺。 眨眼间，又将阿库迈尔的右侧头颅斩断。紧接着掏出锁钩，将发动技能锁钩勾住他的舌头，再利用钩索拉近距离的同时切换武器程千，一记拔刀斩向前方，发出一个半圆形的斩击，直接将阿库迈尔的主舌头成功斩杀。恭喜程千墨顺利刷新黑暗深渊最高纪录，用时1小时56分32秒。 黑暗深渊的归属权从此变更为程千墨，这群学院高层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校长一脸恭敬的将男孩带入学校之后，接他们的却是男孩无情的羞辱，还不待校长反应。 其他高层也被残忍的干翻在地，只因男孩知道眼前看似恭维的校长，实际上想的却是如何将自己杀死。而男孩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只臭虫而已。若不是有高手在暗中保护，否则男孩必定会命丧当场。就在刚刚，程千墨击杀阿库迈尔后成功升到18级，战力已达到了恐怖的13026。系统提示获得初级材料箱是否打开？程千墨毫不犹豫地选择打开。恭喜您获得九头蛇的牙齿海龟重壳虚空触须各一个，这些正是程千墨炼制武器所需要的材料。看来距离成功又迈进。 这次程千墨的通关速度比罗老师快了有1倍多，秘境杯也同时显示着程千墨3个字，顿时全校老师集体傻眼。我们都被早年不计代价所刷出来的成绩所蒙蔽，今天也终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黑暗深渊已被程千墨拿下，也是时候兑现承诺。程同学，你们放心，一周之内势必会凑齐你所需要的东西。闻言，程千墨眼神突然凌厉，并提出要挑战剩下的其他3个秘境。闻言，一众老师瞬间惊呼：“康校长，您千万不能答应他，要不然连裤子都要输没了。”闻言，康校长一脸恼怒，一群蠢货，难道我们不答应他就没有办法？ 按照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拒绝秘境争夺战。当然要，如果你成功了，我再多加1倍材料给你。但康校长表示他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我风华学院要求并入你们江城学院，这康老头还挺鸡贼的嘛。正好借此机会换得风华学院的延续，要不然这次风华学院铁定完了。可就在这时，来人汇报，那个煞星程千墨来学校了，但郑校长却是不慌不忙，屁大点事就大惊小怪。我承认程千墨这个学生有点东西，刷新我校的秘境应该说是轻而易举。虽然不能拒绝他发起秘境争夺战，但得看他能不能到达秘境大厅不是呢。 与此同时的天河学院大门口，你就是程千墨同学吧？我叫张玉溪，22级气功师，向你发起决斗。闻言，程千墨一脸不屑，竟然用这种损招来阻拦我。原来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等级差在20级以内都可以强行发起决斗，一般是学生犯了大错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而学校高层通过视频查找程千墨身上的弱点，程千墨要怪就怪你所图甚大，竟想着要觊觎我天河学院的百年根基。说罢，发动技能雷霆塔，但程千墨却是稳稳的接住了张玉溪的左脚，然后又挡住了他踢过来的右脚。 下一秒就将张玉溪直接给掀飞了出去，一整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下来，触发时机不超过 0.1秒的高阶格挡应用，这可是3转后才能熟练运用的技能。紧接着一个飞身跃起，瞬间发动基础技能踏鹰，张玉溪直接喷出一口陈年老血，然后将其狠狠地砸向了地面。下一秒七孔流血，睁眼就睡。程大神杀到我们学校来了，直接越4级秒杀了22级的张玉溪老师，快看24级的徐立群老师也来了。 为了阻止我这个学生挑战秘境，你们这些老师玩车轮战不觉得可耻吗？你说的不错，我们就是要耗死你，我就不信十几轮之后你还有余力再去挑战。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废话。话音刚落，程千墨就知道发动技能灵魂冲击，可以使目标强制昏迷4秒，冷却时间2分钟，顿时徐立群浑身瑟瑟发抖，不能动弹。而程千墨则再次请出祖传的加特林，对着徐立群的身上就突了起来。眨眼间就将徐老师直接干报废。见状，众人直呼不可能，这还怎么打？程千墨冷冷看向摄像头，有请下一个。 见状，会议室顿时安静了起来。紧接着，所有人站了起来。这程千墨简直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一群人还怕他个毛头小子不成？说罢，学院高层全部来到了操场。
一个个全都露出恼怒的表情，但程千墨依旧是不慌不忙，既然都来了，那就排队挨个上吧。可就在这时，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岂有此理，我27级狂战士来会会你。可话音刚落，程千墨的子弹就招呼了过去，紧接着一招狗吃屎就落到了程千墨身前。只见程千墨淡淡的说道，下一个王王，让我们降龙伏虎组合来会会你。等等，让我38级抓奶狂人先来。可无论谁来，结果都一样。场上仅剩下郑校长和两名老师，此时郑校长脸上的表情犹如吃屎了一般。按照规则，学校已经没有老师能阻止这小子，但他怎么可能将百年基业拱手相让呢？于是脑中顿时升起了一个恶毒的想法，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这小子做了。突然发现一道恐怖的气息将自己锁定，看来这小子背后还有高手守护，倘若今天强行出手迎接我的一定是死亡，看来也只得妥协了，否则校长的位子怕也是保不住了。随即换了副恭敬的表情，听说你来，老师们也都太过于热情了。今日一见，果然非同一般。程千墨同学，还请这边来。少年擦屁股都嫌隔硬的武器锻造的，却让老者震惊了两年半。而他好奇一生所打造出来的神器，可在这个少年眼里却显得一文不值。为此，老者不仅死皮赖脸的紧追着少年，甚至跪求着要为他打造一件装备，只为一睹男孩手中的锻造。就在刚刚，当程千墨挑战完江城所有学院之后，实力直接一跃到夏国前三。江城学院一众大佬开会一致决定，鉴于程千墨同学半个月来的变态表现，特授予程千墨同学荣誉校长称号。既然大家全都没有意见，那就等他回来就举行表彰仪式散会。不过话说回来，这小子又去哪里惹事去了？天启大陆拉诺海岸，这里全是一些16到27级的怪物。此时程千墨已升至20级，转化系统与被动军提升至3级。格林机枪不仅提升了 5% 的触发几率，扇形杀伤力起码提升了一半，所有武器的切换 CD 也永久降低，被动暴击率也提升至 22%。而裂锅斩的无敌时间竟然达到了恐怖的 0.4 秒，那么以后的操作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现在是时候打造那把跨时代的武器了。随后独自来到了一座铁匠铺，经过询问后得知，学习锻造50代加工100，没钱的话赶紧滚蛋。好家伙，一般不就20金币吗？但看起来这老头也不像是贪得无厌之人，难道说他是那种痴迷于炼器的锻造高手？嫌贵的话多考虑考虑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好好刷怪攒金币。此言一出，程千墨竟是无言以对，还是回厂子里打螺丝吧，但就是可惜我手上的这份绝世图纸。闻言老头偷瞄了一眼，这图纸绝对不简单，于是心急火燎的追了出来，先让老夫好好看看这张图纸。见状将图纸在老头眼前迅速的晃了晃，但是这个锻造学习的费用啊，老头不假思索的表示免费免费，右边就是书架子，你自己去学吧。老头惊叹到图纸必定出自绝世奇人之手，老夫自三岁练气至今竟然没看过。只见程千墨一把抢过图纸，这可是我和数位影视大师合力改良而来，因此不是一般的铁匠能够理解。闻言老头一脸慌张，虽然我看不懂，但其中的原理还是懂的，请务必允许我参与这把武器的制作，其他费用以及辅料由老夫提供。见状程千墨不作为难，可我准备的主材料只有一份，如果你失败了我就都得不偿失了。要不你先将图上的这四样打造出来，这样我也好看看你的实力。不多时老头就全部打造了出来，分别是狼爪手套、银铃胸甲、兄弟会兜帽、巨魔杀手护腿。程千墨拿起来满意的点了点头，15级的图纸竟全部打造成了25级的精良品质。从属性来看，这老头锻造实力着实不错，战斗力直接提升了3000多点，他夏国历史上还未出现过16000点攻击的学生吧。于是两人愉快的达成了合作。正当两人在里面忙得不可开交之时，蓝风学院的28级剑魂黄天走了进来，但未曾发现老头的身影。虽说生性孤僻，但可是大陆少有的高级锻造大师，他也是托关系花费重金老头才勉强答应。这时屋内突然传出老头被指责的声音，你这高级锻造大师是送钱走后门过的吗？怎么连胎磨锻和自由锻都分不清？闻言黄天一脸懵逼，竟然有人公开怀疑蒋老的锻造水平，于是掀开布帘走了进去。此时老头也被程千墨训斥的是一头雾水，灵界雷诺术又是什么东西？老夫自三岁打铁还从未听说过。见状黄天当场傻眼，鼎鼎大名的锻造大师竟被一个年轻人如此训斥。黄天尴尬的挥了挥手，蒋老我来了。闻言程千墨疑惑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于是一脸迥异的回头望去，看到程千墨这个表情，黄天顿时冷汗直流，这小子看我的眼神为何如此清丽脱俗？上次有个老玻璃想睡我也是他这个表情。原来黄天是他上一世的队友，曾经无论是线上线下均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是天启游戏中的98级第一魂剑士，凭借一手出神入化的剑术闻名于世。这时蒋老表示今天比较忙，你改天再来，但程千墨却突然提议道，之前只是考验了你锻造装备的水平，可这武器锻造还未曾检验，倒不如就以他的武器锻造为考。闻言蒋老顿时恼怒，你这小子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但想到了程千墨那远超大师的水准和那令人称奇的设计图纸，为了这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蒋老无奈只能妥协，抡起膀子就敲打了起来。一小时过后，黄天一脸满意的拿起武器，真不愧是蒋老。蒋老也甚是得意，不是我吹，放眼整个夏国也没几个人能胜过我的。随即黄天兴奋的拿起武器抡了起来，这武器的秒伤竟然超过了100点，而且攻速更是夸张。不过总觉得身后这小子的眼神怪怪的，等会儿一定得提防着。随后程千墨宣布蒋老考核通过，蒋老胸有成竹的表示你就交给我好了。经过五小时的锤炼，屋内泛起一道金光，蒋老锻造了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奇观，打造完成的瞬间竟会出现如此璀璨的金光，而且武器还只是一阶段而已，未来还有无限提升的空间。流光千刃散，四维属性均增加8点，装备效果一可无缝切换4种形态的武器，简直是可以堪比神器的存在。少年擦屁股都嫌隔硬的武器锻造的，
却让老者震惊了两年半，而他好奇一生所打造出来的神器，可在这个少年眼里却显得一文不值。为此，老者不仅死皮赖脸的紧追着少年，甚至跪求着要为他打造一件装备，只为一睹南海手中的锻造。就在刚刚，当程千墨挑战完江城所有学院之后，实力直接一跃到夏国前三。江城学院一众大佬开会一致决定，鉴于程千墨同学半个月来的变态表现，特授予程千墨同学荣誉校长称号。既然大家全都没有意见，那就等他回来就举行表彰仪式散会。不过话说回来，这小子又去哪里惹事去？天启大陆拉诺海岸，这里全是一些16到27级的怪物。此时程千墨已升至20级，转化系统与被动军提升至3级，泽林机枪不仅提升了 5% 的触发几率，扇形杀伤力起码提升了一半，所有武器的切换 CD 也永久降低，被动暴击率也提升至 22%， 而猎锅斩的无敌时间竟然达到了恐怖的 0.4 秒，那么以后的操作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现在是时候打造那把跨时代的武器了。随后独自来到了一座铁匠铺，经过询问后得知，学习锻造50代加工100，没钱的话赶紧滚蛋，好家伙，一般不就20金币吗？但看起来这老头也不像是贪得无厌之人，难道说他是那种痴迷于炼器的锻造高手？嫌贵的话多考虑考虑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好好刷怪攒金币？此言一出，程千墨竟是无言以对，还是回厂子里打螺丝吧，但就是可惜我手上的这份绝世图纸。闻言老头偷瞄了一眼，这图纸绝对不简单，于是心急火燎的追了出来，先让老夫好好看看这张图纸。见状将图纸在老头眼前迅速的晃了晃，但是这个锻造学习的费用啊，老头不假思索的表示免费免费，右边就是书架子，你自己去学吧。老头惊叹到图纸必定出自绝世奇人之手，老夫自三岁练气至今竟然没看过。只见程千墨一把抢过图纸，这可是我和数位影视大师合力改良而来，因此不是一般的铁匠能够理解。闻言老头一脸慌张，虽然我看不懂，但其中的原理还是懂的，请务必允许我参与这把武器的制作，其他费用以及辅料由老夫提供。见状程千墨不作为难，可我准备的主材料只有一份，如果你失败了我就得不偿失了，要不你先将图上的这四样打造出来，这样我也好看看你的实力。不多时老头就全部打造了出来，分别是狼爪手套、银铃胸甲、兄弟会兜帽、巨魔杀手护腿。程千墨拿起来满意的点了点头，15级的图纸竟全部打造成了25级的精良品质，从属性来看这老头锻造实力着实不错，战斗力直接提升了3000多点，恐怕夏国历史上还未出现过16000点攻击的学生吧。于是两人愉快地达成了合作。正当两人在里面忙得不可开交之时，蓝风学院的28级剑魂黄天走了进来，但未曾发现老头的身影。虽说生性孤僻，但可是大陆少有的高级锻造大师，他也是托关系花费重金老头才勉强答应。这时屋内突然传出老头被指责的声音，你这高级锻造大师是送钱走后门过的吗？怎么连胎磨锻和自由锻都分不清？闻言黄天一脸懵逼，竟然有人公开怀疑蒋老的锻造水平，于是掀开布帘走了进去。此时老头也被程千墨训斥的是一头雾水，灵界雷诺术又是什么东西？老夫自三岁打铁还从未听说过。见状黄天当场傻眼，鼎鼎大名的锻造大师竟被一个年轻人如此训斥。黄天尴尬的挥了挥手，蒋老我来了。闻言程千墨疑惑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于是一脸迥异的回头望去，看到程千墨这个表情，黄天顿时冷汗直流，这小子看我的眼神为何如此清丽脱俗，上次有个老玻璃想睡我也是他这个表情。原来黄天是他上一世的队友，曾经无论是线上线下均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是天启游戏中的98级第一魂剑士，凭借一手出神入化的剑术闻名于世。这时蒋老表示今天比较忙，你改天再来，但程千墨却突然提议，之前只是考验了你锻造装备的水平，可这武器锻造还未曾检验，倒不如就以他的武器锻造为考。闻言蒋老顿时恼怒，你这小子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但想到了程千墨那远超大师的水准和那令人称奇的设计图纸，为了这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蒋老无奈只能妥协，抡起膀子就敲打了起来。一小时过后，黄天一脸满意的拿起武器，真不愧是蒋老。蒋老也甚是得意，不是我吹，放眼整个夏国也没几个人能胜过我的。随即黄天兴奋的拿起武器抡了起来，这武器的秒伤竟然超过了100点，而且攻速更是夸张。不过总觉得身后这小子的眼神怪怪的，等会儿一定得提防着。随后程千墨宣布蒋老考核通过，蒋老胸有成竹的表示你就交给我好了。经过5小时的锤炼，屋内泛起一道金光，蒋老锻造了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奇观，打造完成的瞬间竟会出现如此璀璨的金光，而且武器还只是一阶段，未来还有无限提升的空间。流光千仞散，四维属性均增加8点，装备效果一可无缝切换四种形态的武器，简直是可以堪比神器的存在。男人本是游戏中第一魂剑神，如今却成了这个20级散人的徒弟，但男人却没有因此觉得丢脸，反倒是虚心的向其请教。就在刚刚，因为左右两条岔路分别有两只小 boss， 因此两人约定看谁先击杀 boss 并返回远处。当程千墨将所有怪物清理完之后，黄天这边还在和怪物搏斗，黄天一记离鬼剑术下去，瞬间就将野猪人劈成了两半，紧接着野猪人重重一声掉落在地。27分钟，这已经刷新了黄天的最快杀怪记录，换了残酷倒钩让他的实力又变强了不少。估计此时老莫还在和小怪死磕，要是搞不好的话估计已经回泉水了。可当他刚到两人约定的集合点，
程千墨却早已坐在那里等候。黄天是一脸的疑惑，这老莫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闻言程千墨微微一笑，却没有说话，只留下黄天一脸尴尬。以你的等级和职业，打不过就跑才是明智的选择，这传出去也不丢人，你在这等着不要动，剩下的那条路就交给我来清理吧。可等他一路哒哒小跑过来后，才发现竟然没发现一只怪物的身影，待上前一看，这才发现数十只精英野猪人堆成了一座小山。转了一圈后更为震惊，这里是第七堆野猪人尸体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即便是他估计也无法做到。为什么老莫可以越级一次对付这么多怪？难道说他这个二十级的散人会比自己还要强？但到了 boss 点，却未发现野猪人祭司阿格姆的尸体，即便是死了也应该留下尸体才对啊。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之际，身后的程千墨表示麻烦你看看天上，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野猪人祭司阿格姆的尸体竟被程千墨挂到了树上，这怎么可能？老莫竟然单杀了27级的野猪人祭司阿格姆。接着黄天一脸兴奋地询问老莫，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这散人职业也太变态了吧。闻言程千墨微微一笑，其实不难，换作你也一样可以做到。于是程千墨向黄天解释了一遍，而黄天也一字不落地记在了本子上。只见程千墨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未来第一剑魂养成计划正式开启。在有了程千墨这个师傅指点之后，面对数只野猪人的攻击丝毫不慌，攻击相比之前也有了质的提升。残暴的野猪人在他眼中就像是一只只待宰的羔羊，手起刀落，一刀一个，可毕竟还是首次，因此防御还是做得不到位。眼看身后的野猪人就要一棒砸爆的狗头，但此时的程千墨抄起了改装后的格林机枪，一顿突突之后就将偷袭黄天的野猪人击杀，并提醒黄天刚才的反应稍微有些慢。此时的黄天已是气喘吁吁，但野猪人才不管你这么多，抡起大棒就砸了上去。只见黄天怒吼一声，一记剑斩就劈了过去。在亲眼见识了老莫的实战能力之后，他才彻底意识到两人之间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但令人更为震撼的是，他瞬间就能了解黄天的战斗习惯，这简直比他亲妈都了解他。可就在这时，身后的野猪人抡起巨棒就砸了过来，黄天瞬间意识到技能的后摇还没有结束，要完犊子了，下一秒就结结实实的挨了野猪人一棒，更是被直接砸飞了出去。好在有程千墨及时上前阻挡，这才保住了黄天的小命，接着朝黄天眨巴眨巴眼睛。哎呦，难道这就是夏国近30年来最具潜力的剑魂吗？你是不是想要笑死我？闻言黄天挣扎着解释道，你刚讲的知识点我还没来得及吸收，就要我单挑这些野猪人和祭司，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变态吗？此言一出，程千墨表情瞬间变得冷漠。那你知道为什么刚才你连母塔斯的平移都躲不掉吗？作为战士，你在潜意识中常常会忽略周围微小的伤害，自认为捕捉到了绝佳的机会，盲目的追求快速出击，而这才是打乱你攻击节奏的原因。真正的出手时机是准，而不在于有多快，很多时候后发也可以达到先制的效果。理解了这个，你才能发挥出我教你的那些知识点。闻言黄天嘴里喃喃道，出手时机，攻击节奏，后发先制。见状程千墨沉思了片刻，黄天你想不想成为天启大陆第一魂剑神？黄天呆滞了片刻，第一魂剑神，不错，只要你跟着我练，你必定可以成为天启大陆第一魂剑神。黄天咧嘴一笑，老莫我相信你。说罢像打了鸡血一般朝着怪物群杀去，我黄天一定会成为天启大陆第一魂剑神，岂能在这种小场面上认输。野猪人祭司见这个手下败将又冲了过来，抡起巨斧就和黄天的武器站在一起，顿时武器相撞冒出金色的火花。而在野猪人祭司挥动武器的瞬间，黄天立即发现了这一秒的破绽，敌方处于攻击前摇时，若我方位置改变，敌方攻击也会随之改变，需等敌方前摇结束攻击的瞬间才能躲闪攻击，不再等 0.2 秒。就在野猪人巨棒砸下的瞬间，黄天一个侧身躲开，紧接着黄天手中的大剑在空中划出了一个优美的 Z 字，刹那间剑锋在野猪人身体上一划而过。难道这就是战斗时走钢丝的快感吗？那种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提前思考的战斗方式，用起来居然可以这么爽。而程千墨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天启最强剑魂如今终于要苏醒了。在击杀完所有野猪人和祭司之后，黄天缓缓地朝程千墨走了过来，老莫以你的教学水平也太厉害了，去我们蓝天学院至少能当个年级主任。闻言程千墨没有接话，今天教给你的这些战斗技巧，只要你能吸收一半就不枉我一片苦心，接下来要教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课，那就是野猪人大萨满卡尔加。他一共会四种技能，两鸟的无敌术以及瞬发的恢复术和法力之矛，这些都是他的辅助技能。而你最后一课的内容就是争取打断他的所有非技能性伤害，而输出部分就全部交给我，这场战斗不会持续太久，你不要有任何压力。说罢一个火球术就朝着卡尔加头上砸去，紧接着将武器切换为战矛形态，毫不犹豫地朝着卡尔加爆射袭去。今天就以汝之鲜血为武器开刃，他明明是众人眼中最为垃圾的散人职业，却靠一把阔剑就能打出数倍于他人的伤害。不仅如此，面对浩浩荡荡的野猪人大军，即便是被誉为最强职业的魂剑神也只能拔腿就跑，可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一个技能就能将野猪人大军悉数团灭。就在刚刚，由于加次拥有极其强大的恢复能力，要对付他不能只靠远程输出，因此程千墨立即将武器切换至战矛形态，对准加次就是一顿连突刺，顿时刺出了数个持续掉血的伤口，而且还造成了1000多点伤害。最令人兴奋的是还生成了数个暗属性炫纹，看来战矛形态是对付加次的最佳选择。卑劣的人类，
我将代表伟大的尼加卡姆消灭你们。说完立刻对自己释放了恢复术。程千墨意识到必须得打断他的治疗。黄天该你上了。黄天也毫不犹豫，抡起大剑一个横斩就劈了过去。眼看黄天将加次的恢复术打断，黄天示意程千墨对他美言几句，可下一秒加次又吟唱起了恢复术，眨眼间就恢复了 1,500 点生命值。黄天直呼这家伙开挂了吧。程千墨示意黄天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要错过下次机会。紧接着手中的战矛一次而出，再次对其造成了 1,000 多点伤害，并且暗属性炫纹又增加了几个。而黄天则是一个飞身跃起，趁着加次吟唱恢复术的瞬间，一记跳劈鬼斩就朝着加次头上劈了下去，将其恢复术成功打断。可黄天刚刚落地，加次又开始了吟唱。即便是黄天想要打断，但他的技能还未冷却，没办法，看来只能使用那招了。只见黄天突然一个飞身旋转，顿时数道黄色剑芒呈十字形朝着加次头上袭去。原来是黄天发动了流星斩技能，配合自身旋转能够对小型敌人造成浮空效果，但对于大型 boss 只能让其身体僵直 0.5 秒。程千墨表示你表现的还算不错，接下来我给你表演个血条消失术。黄天你看好了。只见数道炫纹就朝着加次头上袭去，瞬间就对其造成了成吨成吨的伤害。黄天直接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加次只能绝望的不断挣扎。不，我不能死，我还要等待伟大的尼加卡姆再次现身人间。这时程千墨缓缓地伸出右手，顿时一丝丝紫色的能量向手中汇聚，下一秒一颗暗影之球嗖的一声袭了过去，瞬间造成了 1,071 点致命暴击。只听扑通一声，加次瘫倒在地。黄天呆呆地望着加次的尸体，散人的伤害居然可以破千，老莫你也太牛逼了，我现在敢在这里断定，由于老莫你的崛起，以后散人这个职业将会出现无数个追随者。果然黄天还和上一世一样，只要打出犀利的操作，他都不吝奉上最体的夸赞。如果能将以前的老战友全都召集在一起的话，大家就可以再一次纵横天启大陆，登上最巅峰的王座，那会是何等的美妙。这时黄天指向山脚下的帐篷，那里就是最后一关，其中有100头精英野猪人，只要从他们手中解救出那只地精的话，我们的任务也就通关了。接下来我们只要稳重球浪，步步为营，就一定能够打破记录。闻言程千墨拍了拍他肩膀，老黄你敢不敢玩点刺激的？黄天问道。有多刺激？程千墨二话不说一脚就将黄天踹了下去，你觉得这样够不够刺激？而此时精英野猪人还在帐篷内呼呼大睡，顿时黄天以接近10马赫的速度砸了下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野猪人身上，野猪人当场嗝屁。这时一旁的地精突然开口，你是来营救我的人类吗？可黄天却二话不说，直接一把将地精拽在手里，毫不犹豫的就朝着帐篷外跑去。而此时外面的野猪人还在发着呆，可随后就反应了过来，顿时黄天身后就出现了数十名提刀卧斧的野猪人，眼看着就要追上黄天，突然一道数十米高的冰墙截断了野猪人的路线，而程千墨一个闪身就来到了野猪人身后。黄天你保护好地精，这些野猪人就交给我处理。而黄天不由得担心起来，老莫你疯了，搞那么大动静，你难道是想独自面对100头野猪人吗？算了，我也不走了，小爷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了。而程千墨跑着跑着却突然停了下来，而身后紧跟着的是浩浩荡荡的野猪人大军，终于将这些家伙聚集到一起了，随即嘴角露出一丝邪笑，然后将武器切换为机枪形态，并且将子弹切换为加农炮，开炮的瞬间向反方向跳起，利用其特殊机制反手就来到了野猪人身后。这时黄天也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老莫你这到底是要干啥？闻言程千墨咧嘴一笑，看好了，我来给你做一道盾杀猪菜。说罢将武器切换为法杖状态，顿时一颗巨大的虚无之球凭空出现，疯狂旋转的同时还在无限变大，对着野猪人大军就席卷了过去。见此一幕，黄天不由的一惊，难道这就是老莫的杀手锏？虽然虚无之球伤害确实爆炸，但仅能维持4秒， CD 时间也足足有15秒，一旦消散，野猪人必定会分开站位，到时候他又会怎么办呢？可下一秒却发现程千墨召唤出数枚魔法弹，拿在手中把玩了片刻，然后嗖一声就朝着野猪人群丢了过去，急得一旁的黄天直叫唤，老莫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玩？有啥大招别藏着，赶紧放啊。闻言程千墨缓缓地说道，别急别急，即便是这小小的魔法弹也会有它的妙处。话音刚落，两颗虚无之球以碾压之势横扫，对野猪人群造成了恐怖的范围性暴击伤害。这看得一旁的黄天直呼卧槽，我没看花眼吧老莫，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奇迹？你这两颗新的虚无之球是哪里冒出来的？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程千墨的被动天赋，普通职业在不吃蓝药的情况下只能释放一次，而他靠被动触发虚无之球消耗的蓝量为零，而且还可以触发多次，完美的弥补了程千墨无大型 AOE 伤害的短板。随后看着黄天说道，跟着我，你迟早也会创造出很多的奇迹。恭喜程千墨，黄天以2小时14分钟成功刷新剃刀沼泽记录，队伍平均等级24级，当前排名第一。
男孩初次打造装备，就让大陆锻造强者当场傻眼。只因在强者眼中看来，这不该是男孩应有的水平。殊不知男孩所用的耗材竟比老者整整少了一半。就在刚刚，两人的副本新纪录整整比第二名少了37分钟。众人还都以为是黄天带个拖油瓶刷出来，殊不知这一切都要归结于程千墨的个人能力。而且这次还获得了一个钻石宝箱，其中有一件幽灵披风，可使持有者处于隐身状态。而黄天得到了一件35级的精良肩甲，但当他看到程千墨的装备，黄天当场傻眼，可以隐身的幽灵披风实用性简直爆表。这时一旁的地精人缓缓开口，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我将之前无意中发现的亡灵天灾的秘密告诉你们。说着掏出一张信件，我将位置都记录在这张纸上了。说罢便消失不见，多谢你们，我要先回家养伤了。随后程千墨拿起来一看，10分钟内护送地精至秘境出口，可常规打法根本不可能完成，而且现在两人的等级还不够，于是决定到第二次觉醒后再去挑战。这时黄天建议两人先离开这里，可程千墨表示我先带你去个地方。在黄天一剑劈开一座山体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神秘的山洞，可下一秒黄天就当场傻眼，这是居然是一个弥足珍贵的26级秘境，之前也只是在教科书中看过图片，据说可以让觉醒者偷学其他分支职业的技能。程千墨解释他之前做任务获得过一张地图，而那张地图上记录的位置就在这里。可就在这时黄天张开大嘴就要亲上来，多谢老莫的分享，我没什么好报答你的，也只能以身相许了。但却一把被程千墨推开，别跟个娘们一样，赶紧去激活祭坛看能学到什么技能。于是黄天就将手搭了上去，顿时一道金光在黄天体内肆意涌动，片刻之后获得技能怒气爆发，顿时数道紫电在黄天体外噼啪作响，居然是狂战士的怒气爆发，这对剑魂来说简直是如虎添翼。接着就该轮到程千墨了，也不知道他这次能偷到什么技能。随后也将手搭了上去，只见一道金光在程千墨手臂上不断盘旋，可下一秒程千墨就变了脸色。由于您是职业复法者，当前你的一转技能已经全部学会，您可以在所有的二转职业中任选一项。根据目前流光千仞伞的形态来说，先考虑学习一个远程输出技能吧。恭喜您成功习得量子爆炸技能，可对周围10米内的敌人造成光属性伤害，并有一定几率使敌人进入感电状态，可在100米内任意位置投放，冷却时间20秒。这下总算是补齐了超远距离输出的短板。随后又再次回到了铁匠炉，看到程千墨后蒋老不由的一惊，小友你怎么来了？程千墨表示要借他的铁砧和火炉用几天，要在升学考之前将锻造冲到中级，这让一旁的蒋老当场傻眼，你不是才是个三年级学院生吗？随后掐着指头算了起来，现在离升学考也仅有4天了，你得赶紧回去备考啊，这么好的修炼天赋被打铁给耽误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狂前升到中级锻造师，别说4天，即便是给你40天也够呛啊。但程千墨却是微微一笑，说着掏出一大堆红色的石头，蒋老当场就被惊得目瞪口呆，尼加卡姆的血石刷100次剃刀沼泽也不见得会有这么多呀。原来是程千墨卡了尼加卡姆的 bug， 当他的连击数达到100之后就会出现必掉血石的 bug。 随后蒋老微笑着拿起一块血石，这样锻造的话可以提升三倍锻造经验，也许你这次真的能创造奇迹也说不定。随着程千墨日以继夜的连续敲打，很快就打造出了一枚长刀，而且还突破了优秀级的上限，甚至材料损耗比蒋老都要小，这让蒋老对程千墨更加刮目相看，不知小友可否教教老朽。转眼就过了3天，程千墨已学会了中级锻造学，并且可以打造最低精良级的装备，但要晋级高级锻造学还需10万点锻造经验，这也让蒋老彻底震惊，这小子仅用了短短3天，不仅从零开始到10000点锻造经验，而且用50血石锻造出了46件成品，一个新手初次锻造居然有着 92% 的成功率。虽说老朽凭借自身锻造天赋也足以迈入天启大陆的顶级之列，但仍是被小友给秒成了渣渣。这时程千墨表示这些装备暂且放您这里寄售，至于价钱蒋老您看着卖就行，待我通过升学考之后再回来找你。打脸了打脸了，偌大的省会汉武市竟被程千墨一人啪啪打脸。贵为天海市管理协会的常务委员，对汉武市领导的恭维是一脸不屑，却主动的要和地级市的卢教委握手，并亲切的和程千墨攀谈在一起。本以为靠霸榜又能扳回一城之势，于是又开始在卢教委面前叫嚣，可下一秒却令他当场傻眼，为何汉武市引以为傲的马少仅排第二，那么这排名第一又会是谁呢？就在刚刚，当程千墨刚回到学校就被卢教委狠狠训了一顿，臭小子我还以为你连升学考都不打算参加了呢。不过还是先讲一下升学考的一些细节，这次汉武市会有超过40万的考生参加考核，这次考核秘境名为20级的诺莫瑞根，至少击败两个才能通过考核，在秘境内即便是死亡也不会有任何惩罚，但每个人也就只有一次机会。不过话说回来，江城学院能有今天你可谓是居功至伟，所以我打算给你一个惊喜。随着大门被缓缓推开，出现在面前的是所有学院老师，身后还有成千上万名江城学院的学生，而所有人都是程千墨为榜样，你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这时卢教委缓缓开口，今天是江城学院全体学员出征升学考的日子，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宣布一件大事，经学院高层一致决定授予程千墨同学荣誉校长的称号，
此言一出，瞬间获得所有人的一致肯定，坚决拥护学院的决定。没有程千墨就没有新疆城。看到这里，程千墨也是一脸懵逼。一个普通的三年级学生，何德何能能当得上荣誉校长？但老师们都表示这是你应得的，学院还需要你带领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而程千墨也承诺一定竭尽所能的帮助学院。随后轻叹了一口气，随着重重的拍着胸脯说道：“只要江城学院不负我，我将定不负江城学院。”这时卢教委说道：“学院已经将你让出的保送名额交给罗晶晶同学了。”闻言罗晶晶一脸羞红，请问程同学，你要报考哪所 top 10呢？此言一出，程千墨顿感懵逼。这时小胖才搂着肩膀解释道：“这罗晶晶脸皮有点薄，他大致的意思是看上你，想和你上同一所学校。”闻言程千墨一把拉扯住小胖的耳朵：“好的，不学尽享这些。我之前留给你的升学手册你有好好看吗？”场上的学生们也在高呼：“在一起，在一起，咱们学院的校花坚决不能让这肥水流了外人田。”这时程千墨突然来了电话，电话那头表示他是天海市管理协会常务委员吴天磊：“咱们约个时间见一面吧。”很快就到了升学考当天，一行人坐上了前往考场的大巴。这时的他不禁联想到，上次丁红一事竟搬出了魔灵大学副校长钟红山，想必吴中磊口中的保他之人应该就是那天遇到的神秘老者，如果没有他的话，恐怕此时他已死无葬身之地。可就在这时，大巴车却突然停了下来。“你们江城学院怎么搞得来了这么多车？”原来是他们的车占用了汉武学院的车位，由于江城学院没有及时上报人数，还公然抢占他人车位。这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乡下学院竟敢来这里撒野，赶紧把你们的车挪走。”此人正是汉武市管理协会会长，对此卢教委却没有任何表示。可下一秒身后又有一道声音传来：“大清早的，看来大家都挺有精神的嘛。”闻言郭连立马一改之前的态度：“吴委员您怎么来了？我这就安排协会高层给您接风。”但吴中磊却连理都没理郭连，而是径直的找卢教委握手：“您是卢教委吧？请问哪位是程千墨同学？”这让一旁的郭连一脸懵，江城学院怎会攀上吴中磊这棵大树？看样子只能将车位让出去。这时吴中磊微笑的说道：“不错，果真是英雄出少年。”然后递出一个盒子说道：“这是魔灵大学给你的赔礼。”程千墨也毫不犹豫地将赔礼拿在手里：“还请吴委员替我谢谢钟副校长的馈赠。”闻言吴中磊微微一笑，这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见状卢教委更为震惊，这小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居然让 top 10 的魔灵大学给他赔礼，而且感觉两人还很熟。今天江城学院又再次受到了他的恩惠。汉武市考场监控中心，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攀谈之际，突然潜力前一千的排行榜出来了。此时的汉武市蓝衣男在卢教委面前叫嚣：“前300可都是我们汉武市的人，你们江城人多但却还是不中用啊。”可当看到了第二名的名字之后，蓝衣男脸色瞬间一变：“马少第二，那么第一又会是谁？”定睛一看，居然是江城市的程千墨，而且潜力评估为 SS 级。看到这，蓝衣男直接坐不住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20级的 SS 级潜力评估，不仅是他，场上的所有人全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这程千墨到底是个什么怪物？而且他还是个散人职业，也不知道他觉醒的是何种天赋。”这时一旁的蓝衣男尴尬地表示道：“卢教委，你藏得可真够深啊。这样看来，汉武这是这次十连一霸的目标估计选了。”此时主持人也开始对秘境进行了介绍：“本次考核全程一共4个 boss， 至少需通关2个 boss 才能考入大学。”随着一声考核开始，现场顿时亮起了巨大的蓝光。今天的考试成绩直接决定未来的成就上限，这一次不能有任何保留。程千墨决定将向所有人展现出他真正的实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将来获得足够的地位。魔灵大学事件他也不想再次碰到，如果没有那个神秘老者的帮忙，恐怕只凭自己很快就会陷入很深的困境，所以他还要继续变强，也是时候开启初级秘境洗礼了。在蓝星虽然可以通过刷新秘境投影获得洗礼 buff， 但最低级的初级洗礼无论是刷新多少记录，最多也就只能保存一种 buff， 但程千墨已将江城所有初级 buff 都刷了个遍，因此可选择的 buff 也很多，所以选择保留初级洗礼基础增幅。该 buff 可永久提升5点全属性，同时增加攻速和移速 5%。 您的个人信息已更新。紧接着大屏幕又开始动了，我的天，这怎么可能，直接从 SS 提升到了 SSS 级。程千墨之前居然还有所隐藏，这可是夏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 3S 级评级的学生啊。震惊了，震惊了，程千墨的战斗天赋震惊了在场所有高层。当其他学员刚开始清小怪之时，程千墨已经解决掉第一关 boss， 可这还不算完，居然吸引了数十只机器炸弹人的仇恨，老师们都认为他这是自寻死路。殊不知炸弹人与第二关 boss 同时攻击的瞬间，这老六居然一记移形换位拍马走人，只留下炸弹人和 boss 炸成一片。就在刚刚，程千墨来到莫若瑞根大考，曾经的奇迹之城也是至高科技的结晶，如今被辐射所污染，只留下变异的怪物以及失控的机械。考生已传送至莫若瑞根地下城堡入口，在这环形台阶的尽头就是一号 boss， 那里遍布野狼般大小的变异老鼠，正常情况应该顺着台阶清理下去，不过对程千墨来说并不需要，当即开启装备外观隐藏，借助流光千仞伞从天花板一跃而过，随后一个潇洒的落地，正是第一关的 boss 辐射性尘埃。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这只辐射性尘埃比之前那只稍强一些，不仅等级提升2级，而且血量多了500点。于是程千墨立即将武器切换为机枪形态，端起格林机枪就突突了起来，以他现在的实力能以碾压之势直接秒杀。此时的老师们也在关注着场上的动向，潜力评估也就是一个参考罢了。
真正决定升学成绩的还是得看秘境中的表现。这个时间点应该清理到四分之，可看到大屏幕后却当场傻眼。我没看错吧？这个程千墨已经杀完辐射性尘埃了，开局也就不过两分钟，好想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但可惜暂时看不了回放。随后程千墨就来到了第二关，面对的是一波炸弹机器人。汉武士领导直言他就是个傻子，居然跑到炸弹人堆里去了。他们的炸弹无差别范围攻击，即便他二十级也扛不了两下。看来潜力评价 SSS 的学生也不过如此吧，一介莽夫罢了。可随着程千墨一番走位下来，不仅躲开了所有攻击，还显得游刃而余。场上的老师们顿时坐不住了，这是什么走位能力？预判能力简直是不可思议，不愧是潜力评价 SSS 的妖孽。可他拉了那么多炸弹机器人干嘛？再往前就要面对 BOSS 前后夹击，而卢教委也是一脸担忧。程千墨，你究竟打算如何应对？只见一大堆炸弹机器人紧紧地跟在他身后，不多时就来到了第二关 BOSS 面前。这时程千墨眼神突然一凝，就是现在，在炸弹人与 BOSS 相遇的一瞬间，他突然一个飞身跳到了 BOSS 头顶。 BOSS 立即发动了电刑攻击，同时炸弹机器人也丢出了手中的炸弹。这时程千墨又将武器切换为法杖，杀戮时刻到了，眼看着无数炸弹朝他扔了过来，他当即发动法师招牌技能移形换位，这让炸弹人头领当场懵逼。接着程千墨再是一个散打招牌技能铁山烤，将所有炸弹机器人推至 BOSS 身前。只听轰的一声， BOSS 机器人全部同归于尽，只留下满地的残肢体碎片。这让场外的老师们瞬间惊呼，这绝对是个天才，这一切竟然只用了两个小技能，老夫教了一辈子书还没见过如此天赋的学生，一百年了终于出现如此惊世之才，天佑我下国。这时汉武士主任站了起来，将主屏幕切换成程千墨第一视角。这时众人也纷纷附和，我们要仔细研究程千墨同学的操作，必须要用大屏幕，如果有人想看自己学生麻烦就看小屏幕。这时眼镜老师却是一脸恼怒，今天的主角本该属于我们汉武的，居然被一个名不转经传的血神抢了风头，如今你被上百双眼睛盯着，我就不相信你后面不会再犯错。此时程千墨已来到了下一关，这是莫若瑞根的王牌杀戮机器，根据往年惯例击败他就可以稳居 TOP 10大选。之所以被称为 TOP 10守门员，是因为他那变态的 buff 技能衰老光环，一分钟之内挑战者就会背负 6% 物理异伤，这大大的增加了猝死概率。不过对于程千墨来说，雕虫小技而已。只见程千墨手持大剑就冲了上去，对着杀戮机器人就是一阵碾压攻击，紧接着又是一个滑铲，不带反应又是一记擒住，然后将其牢牢抓紧，并试图对其进行背摔技能。看到这里老师们不禁疑惑，这小子怎会对着重型单位使用背摔，看样子连基础知识都没搞明白，亏我还以为他真是什么天才。这时眼镜老师兴奋地笑了起来，简直是愚蠢至极。但随后却发现程千墨未被衰老光环所影响，这让所有老师们当场傻眼，物理衣裳 buff 怎么没生效？这又怎么可能？这小子难道说抓住了被摔时 0.1 秒的无敌时间？男孩只是随手掏出了一件武器，就让在场的大佬们当场震惊，只因这不该是他所能拥有的武器，这可是传说中的神器独特银武，威力强悍且可以切换成任意形态，即便是夏国的顶级大佬也不曾拥有。就在刚刚，程千墨抓住了被摔时 0.1 秒的无敌时间。何为无敌？也就是释放技能时存在的无敌时间，时间短暂，很少有人能利用起来，可一旦处于无敌时间就能免疫任何伤害，每个职业者多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技能，或许这就是他选择散人的原因。这时程千墨对 BOSS 发动了圆弧斩，对前方三米范围内敌人造成大量伤害，并且将其击退，紧接着手中闪出一团黄光，念力罩直接抵挡了 BOSS 的攻击，随后将武器切换为战矛状态，直接就对 BOSS 造成连续的碾压攻击，并且程千墨还增大了战矛的攻击力度。与此同时，衰老光环的五秒 CD 已到，只见 BOSS 怒吼一声，见状程千墨立即将武器切换为长剑，一道凌厉的剑光顺势而发，场上的老师们当场就坐不住了。独特银武，他才二十级怎会拥有如此逆天神器？难道说他有着通天的背景不成？可接下来又惊奇的发现，程千墨仍然不被衰老光环所影响，他居然利用了裂波斩的瞬间无敌，如此犀利的判断配合极致的操作，老者感慨恐怕他这一辈子也无法做到，怪不得被评价为 SSS 级。这时程千墨突然微微一笑，也是时候该结束了，说罢就将全部炫纹瞬间射向 BOSS 当场就受到了强烈的碾压攻击，并且暴击还造成 70% 的暗影逆伤。至此程千墨仅用了24分钟就打破了之前2小时31分的记录。这时场上的老师们也在议论着，如果这小子转职成战斗法师的话，未来绝对可以成为四转伊斯塔战领。但有人认为就凭他对被摔无敌的运用理解来说，少说也是个级五胜。而这时吴主任突开口，你们都拉倒吧，依我看他会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散人职业会凌驾于所有职业之上。此时程千墨也到了最终关卡，机械莫尼卡尔格之所以成为莫诺瑞根的最终宝，不仅仅是他那24的等级，还有那6000血量和惊人的物理防御，更是因为在战斗开启后， BOSS 大厅6个通道内会源源不断的刷新怪物，挑战者必须要同时面对四面八方的无数小怪，稍有不慎就会被怪物潮所淹没。所以历届高考至今无人通关，别人做不到不代表程千墨无法做到，对付他程千墨只需要两分钟。当即程千墨同时发动精灵召唤亚德雷沃斯，契约召唤佛里特桑德尔路易斯，法师召唤哥布林赫德尔，挑衅人偶以及 EZ8 自爆者，
巨翼克罗纳EXS 毒蛇炮 RX60 陷阱追击者，召唤物一出，当场就堵住了怪物的进攻路线。同时，程千墨也开启了各种技能：刀魂之卡赞、侵蚀之普利蒙冰霜之萨亚、黎明祝福、天籁之阴光之复仇圣光庆盾。见状，老师们当场傻眼。 他是想利用海量召唤物堵住怪物潮，然后放开手脚全力输出 buff。可他仅召唤小怪和加 buff 已用了2分钟了，难道他？只见程千墨立刻将武器切换为格林机枪。好了，可以开始了。说着就瞄准了机械 buff 卡尔格。卡尔格所在之地当场就产生了剧烈的爆炸，接着程千墨眼神突然一凝，对着卡尔格就是一顿碾压攻击，瞬间就将其射成了筛子，居然仅用格林机枪就将其直接秒杀。与此同时的汉武学院马少才通过第二关，心想估计大部分人还都在死磕第一关吧，看来今年的省状元非我莫属。 可下一秒，系统就传来提示：恭喜江城学院的程千墨成为本年度的鄂北省状元。本次挑战用时30分钟，通关评价为 SSS 级，本历史最佳纪录将永久保存。看到状元被抢，马少当场就抓狂了起来。这怎么可能？如此让人绝望的成绩，真的是人能够做到的吗？而汉武学院排名第六的李刚玉，这什么情况？汉武学院居然被江城打败了，而罗晶晶也正在努力的通关。看到程千墨的成绩，顿时舒了一口气。 程同学，我会努力跟上你的脚步的。小胖看到后也是一脸兴奋，不愧是老莫，相信这次学院的同学一定会扬眉吐气。而观众席上的众人也齐声欢呼了起来。程千墨可真是太强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我要给他生猴子，我已经彻底的爱上他，不能自拔了。而眼镜主任再次收到了更坏的消息，由于程千墨的成绩所影响，咱们汉武好多学生操作失误被淘汰。闻言，眼镜主任当场恼怒：该死的程千墨！可吴主任却是带头鼓起了掌。 天佑我下国，能出这样一位人中之龙乃下国之幸。不愧是协会顶层大佬看中的人才。一旁的江城老师也不忘落井下石。今天江城学院可真是给汉武学院好好的上了一课，有时候仅是一张王牌，就可以扯下数千人的遮羞布。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之所以程千墨能顺利通关，都得益于秘境的特殊设计，因为最终 boss 视野受限，他这才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不过这种操作一般人无法复制，同时打破记录奖励也提升一阶。 由于是复法者，通关奖励也将提升一阶。本次秘境获得18万2933点经验，并奖励钻石宝箱一个。没想到升学考秘境经验居然这么高，区区20级秘境也能奖励钻石宝箱。难道说升学考秘境比较特殊吗？那就看看还有什么惊喜。居然是一本 S 级技能输出级攻速，运气还算不错。由于复法者职业的限制，想要获得 S 技能那就是天方夜谭，所以这奖励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特别是增加攻速的效果，正好弥补了他敏捷点数的边际效应。 也就是随着敏捷点数的增加，对因攻速的提升会逐渐减少，而攻速增加可以直接叠加到现有的攻速之上，完全无视边际效应，简直就是质的飞跃。恭喜您成功习得被动初级攻速，可以提升 15% 的攻击速度，当前攻速加成 32.8% 这波程千墨直接起飞，现在的攻速已完全碾压同届同学，甚至比大部分30级的人还要高。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件隐藏奖励了。说罢，从身上取出一瓶辐射之石。 这恶心的玩意要是倒在boss脸上的话，没记错的话会得到一张麻风面具，穿戴后可在半小时之内幻化成侏儒族的样貌，同时身高体重等也会发生变化。冷却时间12小时，既然所有的奖励都拿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入学府了。他明明只是一名高三的穷学生，却偏偏得到了全国16所顶尖高校的青睐。不仅如此，校长还当场宣布要为他举行集体面试，这让众学院高层当场恼怒：顶尖学院岂容你一个低等学院坐地起价？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与程千墨有过节的魔灵大学主任第一个表示赞同。这种百年难遇的天才，值得我们为其改名。殊不知，他忌惮的却是程千墨背后的大佬，下国唯一超过75级的四转战斗法师伊斯塔战灵，更是站在下国金字塔顶尖的存在。情非玉，就在刚刚，程千墨仅凭一己之力获得此次鄂北省状元，随后就被传送了回来。一旁的老师们都在议论，今年江城学院可出风头，老师们也纷纷上前祝贺，并表示我一直非常看好。 拿了头名可谓是实至名归，不愧是千年一遇的奇才，斩杀妖兽的光荣任务舍你其谁，在这危机四伏的世界，夏国需要你这样的孤勇者。夏国的未来就交给你了，请您为我们扫清障碍，并创造美好的家园。但任这些人彩虹屁吹的再响亮，而程千墨也有自己的想法，这些人真是好算计，居然想利用舆论给他强行扣上爱国的人设。倘若妖兽来袭，就得硬着头皮上阵，不然就会被他们口诛笔伐，真可谓是杀人还要诛心啊！于是程千墨示意众人安静，劳烦刚刚要我为国争光的老师们出来一下。 话音刚落，那几名老师当即就站了出来。只见程千墨缓缓说道：“那么就让我认识一下未来和我并肩作战的队友。本人自知能力有限，将来倘若为国捐躯，自然也要找志同道合的人一同上战场。既然几位刚才那么的慷慨激昂，想必也做好了上阵赴死的准备了吧？”闻言，众位老师一脸尬笑：“程同学，你这就有些高看我们了。我们实力低微，怎能和你相提并论？也就是随口说说而已。好一个随口说说而已。”
按照你们这种逻辑，我一个学院的学生都赶上，你们一群三十多四十级的老师们却想当逃兵。那么请问你们平常是怎么教育学生的？难道夏国不是你们的祖国吗？或者你们刚刚说的那番话其实是别有用心呢？这时身后的其他老师也表示支持程千墨，就觉得刚刚听着怎么不对味呢？原来你们几个是想要道德绑架的，扼杀夏国未来的天才。蛇蝎心肠，其心可诛，等会就要上教育局参你们一笔。就在这时郭主任站了出来，不用参了，我郭连现在就代表教育局处理你们，你们六人取消教师资格，永不录用，其所属学校未来五年评级降低两级。闻言这几名老师立马上前求饶，求会长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们也是因为妒忌心作祟才会犯下如此大错。这时吴主任走了出来，不愧是鄂北省状元，不但天赋卓绝，心智也是如此成熟，随即看向一旁的郭会长，还请您为我们安排一间密室，我和程千墨有些事需要单独聊聊。吴主任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不是认识我们管理协会的高层？程千墨知道自己是瞒不过去，他也很好奇那位老者究竟是什么身份，之前也是碰巧在钓鱼时有过一面之缘，听到钓鱼吴主任顿时坐不住，难道是那位？可接着程千墨递出一枚戒指，看到戒指上刻着的情字，吴主任更是当场腾一声就站了起来，你竟然会有秦老的姓名？在管理协会的高层中，姓秦的也只有一人，那便是夏国唯一一个四转战斗法师，那可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绝世强者，等级超过75级的伊斯塔战灵秦飞羽。可秦老纵然拥有一身超强的战力，但脾气古怪，从不轻易与他人交好，程千墨又怎会得到他的青睐的？但无论如何，有了这层关系的话，此子未来的成长注定是一路坦途。因为是秦老的关系，吴主任也不愿透露太多，我只能告诉你他可是夏国的顶级强者，并建议程千墨将戒指随时戴在手上，或许能在未来帮上大忙。同时程千墨获得省状元的消息也上了江城头条，就连市长也亲临现场为程千墨接风。与此同时的江城学院门口停了各个顶尖高校的大巴，因为今天是夏国学府自主招生的日子，凡是全省前300都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从车上的 logo 来看，全国30所学府足足来了16所，往年5所都谢天谢地，这可都是沾了程千墨的光，也不知道他最终会选择哪所学府。江城学院会议室内，我卢彦明代表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屏幕上是本校今年符合条件的学生信息，各位可以在面板上输入心仪学生的编号，稍后我会根据各位的选择安排面试。可看到程千墨20000多的战力，老师们当场吓傻，即便他是升学考状元也不会这么夸张吧，这都比咱学院一大半学生都要强了。但魔灵学府主任常月生却是一脸不屑，一群土老帽真是没见过世面，这个程千墨在十多级时就灭了他们学府的学生，有这样的战斗力也是很正常，再加上此人身后的滔天背景，即便不能招募也要化解之前的仇恨。这时蓝天学府的主任王开福却是一脸兴奋，黄天所说之人应该就是他，此子确实绝非池中之物，怪不得黄天如此推崇，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将其拿下。再过了半个小时之后，统计结果也已经出来了，卢教委示意大家分别去面试厅面试即可。不过程千墨同学的情况比较特殊，所有学府都想面试他，那就等其他学生面试结束后再举行一场集体面试吧。此言一出，当场就有老师坐不住了，开什么玩笑，这不符合规矩吧，难不成还要我们16校公开竞价？我们可都是高等学府，怎么可能让你们学院坐地起价？不行的话我们就放弃这个学院生了。可话音刚落，魔灵大学主任常月生第一个发言了，我赞同江城学院卢教委的决定，像程千墨这种百年难遇的天才值得我们这些学府做出改变。与此同时蓝天学府也表示赞同，愿意参加公开面试，他还巴不得所有学院都放弃。至此已有2家 top 10的学府当场叛逆，如果他们现在放弃的话，那岂不是让他们白捡了便宜？毕竟这可是战力22000潜力 SSS 级的妖孽。紧接着神域学府当场表示同意，清北学府也表示赞成，至此所有学府都一致通过。随后其他学员的面试结果出来，这次江城学院通过了28人，录取率居然超过了 60%， 这可远超于往年。罗晶晶更是被清北录取了，卢教委看着名单一脸震惊，学生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努？蓝天学府录取了4人，魔灵学府更是录取了6人，看来这两所学府为了获得程千墨的青睐也真是拼了，接下来就看程千墨的表现了。史无前例的16校集体面试，这也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了，无论你到时会做出何种选择，可就从这一刻开始，你的名声将会一飞冲天。他明明是被各大顶尖院校哄抢的省状元，甚至有招生老师为他开出了天价，就在一众老师都认为自己志在必得之时，可他却偏偏选择了倒数第一的神域大学，这让在座的招生老师们当场傻眼，即便是神域大学的招生老师都不肯相信。殊不知那些在别人看来无比珍贵的技能书，对他来说却显得是一文不值，只因神域大学的秘境权限正是他迫切所需要的。就此刚刚，随后就到了集体面试阶段，16所大学的招生老师做了整整半圈。这时魔灵大学的常月生突然开口，程同学与贵校的小误会还请不要放在心上。闻言程千墨这才意识到，原来这是钟红山派来的狗腿子，
看来魔灵大学有意化解之前的仇恨，而蓝天学府的王开福也紧跟着起身。贵校应该有你认识的朋友，他可是极力的向我推荐你呢。程千墨心想，卧槽，黄天的嘴吃人的鬼，这货嘴里肯定没个把门的。闻言一众老师当场叫嚣了起来，老常和老王，原来你俩都是关系户啊，怪不得集体面试的时候你俩冲在最前面，可选择学府关系到程同学的未来，千万可不能仅凭关系简单决定。这时程千墨看向了最边上神域大学的老师，没想到曾经排名第一个大学竟会落魄至此。这时清北大学的老师轻咳了几声，多的话也都别说了，接下来就正式开始吧。我们16校一同前来，就是希望能更深入的对你进行了解，也想知道你选择散人职业的目的是什么。闻言程千墨微微一笑，君临天启，这让老师们大为震惊，这小子口气也太大了吧，小小年纪有梦想没错，但为人还是要务实一点。我倒是要问你，散人没有后期的职业，你能如何做到君临天启？就连长月生也跟着附和，虽然此子拥有极强的实力，但散人职业后期可是弱爆了的存在，这也是大多数老师不敢贸然出价的原因。但只见程千墨勾了勾手说，散人没后期的大可以上前一试。此言一出，人老师当即就恼羞成怒，随后疼的一声就站了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可真狂，今天你若是能赢我，我绝不多说一个字，而且以后还会当众吹你。清北的老师甘愿做裁判，既然双方都同意约战，那么就按照普通切磋点到为止。随后两人一左一右就开始比试。年轻人，为公平起见，我已将实力压制到21级，今天就让你感受一下同级之间战斗经验的差距吧。台上的老师们也不禁议论道，人老的技能释放速度可快的惊人，可对付一个学院生，他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可话音刚落，任老师的寒冰枪阵就陡然射出，眨眼间就袭到了程千墨身前。只见程千墨微微一笑，慢如蜗牛，说罢直接掏出祖传的格林机枪，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快。说罢端起格林机枪就是一阵突突，任老师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机会，而且子弹出膛的瞬间就激发了被动，因此任老师当场就被射成了筛子，随后更是扑通一声栽倒就睡。程千墨冷冷地扫过一众老师，还有谁不服？场上的老师们也是当场傻眼，一击秒杀，这是什么变态的出手速度？而且他手里的那把武器还是独特音乐，这哪里是什么散人，这是移动炮台好不好？此时长月山终于意识到，怪不得丁红他们被程千墨轻易弄死，原来这小子的攻击力竟这么离谱。而王老师也有些懊恼，此子如此变态，黄天为何不早点说？刚刚商讨集体面试竟然被长月生给捷足先登，这样一来简直血亏啊。这时一众老师纷纷开出了自己的筹码，迦兰大学提供两本A级技能书外加8000万蓝星币，我们流云大学出三本A级技能书并且学费全免，外加帝都二环一套房，英兰学府更是表示5本A级技能书并和主任及老师同等待遇，丹富大学更是掏出10本A级技能书外加魔都江景大平台，我们蓝天大学在此承诺，只要你加入直接向你开放图书馆及权限。此言一出，众老师当场无语，这王老师是放大招了，这都要把学校里的家底都给搬出来了。这时就剩下神域大学了，你们好歹也出个价呀，反正都是陪跑，怕什么呀？这时神域大学的陈老师才缓缓开口，我们神域大学可以开放所有秘境权限，外加一枚能力果实。闻言一旁的老师们脸上满是不屑，能力果实虽然不错，但你们的秘境权限也太没有价值了吧，那些花里胡哨的变态秘境，试问哪个学生打得过？对此程千墨却是微微一笑，因为在他看来，对别人来说无比珍贵的技能书，可在他眼里却一文不值，而神域大学的秘境权限正是他所需要的，再加上一枚能力果实的话，可以说是意外之喜了。于是上前几步张口说道，各位老师的热情我都感受到了，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考虑。此时的王老师已露出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而陈老师则是一脸悲心，这些名牌大学给出那么高的待遇，看来神域大学是彻底没戏了。可程千墨的决定令所有人当场傻眼，我决定加入神域大学。此言一出，陈老师腾一声就站了起来，我没听错吧？面试结束后，程千墨就来到了蒋老这里，蒋老也认为程千墨糊涂，堂堂鄂北省状元怎会选择那所没落的大学，你怎么能如此胡来？但程千墨微笑着表示，您就别操心了，我自有分寸。言归正传，之前寄售的装备都卖了吧？闻言蒋老叹了一口气，罢了罢了，不说了，46件装备都售罄了，盈利920斤。于是询问程千墨接下来的打算，程千墨表示他要去雷霆城办点事，那可是距离新手村最近的主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是需要去更广阔的世界去看的。说着从身上掏出一枚金色的令牌，如果参加高级锻造师考核的话，兴许这令牌能派上用场。随后程千墨就独自走在大街上，看蒋老刚拿出令牌像是有心事的样子，想必这块令牌让他想起了难忘的往事吧。除去偷偷给蒋老120斤手续费，剩下的933斤也算是一笔巨款了。接下来就要购买流光千仞散二阶段的材料，对了，还有钟红山送的黑卡，顺便得再去一趟拍卖行。事不宜迟，是时候开始下一段旅程了。男孩只是随手的一记横扫，就让一旁的小姐姐当场震惊，只因这可是27级8000血的稀有变态 boss， 即便是以战力著称的24级近战法师小姐姐，面对 boss 也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可男孩的等级明明才只有21级，而且还是战五渣的散人职业，却能轻松的将 boss 秒成了渣渣。就在刚刚，程千墨这几天以来一路猎杀采集采药挖矿包皮技能都提升到了 90% 经验，以目前速度在抵达雷霆城之前，这三大基础采集技能就可满级了。突然远处传来了一股声响，
原来是摩兹吉斯的声音，它是天启极其稀有的野外移动宝。27级但有着超过8000点血量，一般的同等级玩家很难将其击杀。不过这家伙有很小的几率爆出40级的史诗装备，说不定今天程千墨还能因此发一笔横财。可这家伙个头过于庞大，十分难缠，但似乎发现正有一女子与其战斗。女子名为林若曦，是名24级的近战法师。很明显女子根本不敌，而且魔法值和耐力值也不多，看来她也只能跑路了。可招惹了摩兹吉斯哪能那么容易就想跑。此时的林若曦早已被吓得是惊慌失措。丑八怪，你别追本小姐，你再追的话我可就要发射炫纹了。说罢兵器炫纹就朝着摩兹吉斯丢了过去，但感觉就像在为其挠痒痒一般。无奈林若曦再次发动流星闪击，顿时数道能量剑气就袭了过去，而程千墨正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虽然女孩只有24级，但攻速竟比他还快，他这绝对是顶级的天赋。可以他目前的实力想击杀摩兹吉斯显然不可能，眼看摩兹吉斯沙包大的拳头就压砸来，林若曦顿时意识到糟了。就当他闭起眼睛放弃挣扎之际，一旁的程千墨瞅准时机挺身而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林若曦当场啊了一声。可在程千墨一番日眉弄眼的技能轰炸下，摩兹吉斯很快就被揍得毫无还手之力。随后程千墨一个飞身射出数道炫纹，摩兹吉斯当场就被轰成了渣渣，而程千墨的等级也来到了22级。这看的林若曦是目瞪口呆，这男人也未免太帅了吧。啊不，是太强了吧。但程千墨却没有说话，而是捡起爆出来的史诗级武器灵系法杖，提高所有法术造成的伤害和治疗效果，最高可增加50点。这可是非常稀有的法系极品武器，同时也是早期法系职业的技能性增伤武器，虽然它用不上，但可以卖个好价钱。这时身后的林若曦却缓缓开口，你明明才升到22级，怎会如此厉害？因为他即便是24级都无法解决摩兹吉斯。说着说着居然哭了起来，本以为今天会是个幸运日，好不容易遇见稀有 boss， 但发现根本打。闻言程千墨将灵犀法杖收起，并询问你的天赋应该是增加大量攻速吧，而且至少在 38% 以上。对此林若曦一脸疑惑，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他的 SS 级天赋极致攻速最高可提升 40%。 程千墨紧接着解释道，但你的手法似乎稚嫩了一些，近战法师对于操作的要求可是很高的，虽然你战术不错，但释放时机把握还不够。对此林若曦更为疑惑，你明明是散人职业，怎会这么清楚近战法师？但程千墨没有回答，而是准备转身离去，急得林若曦在身后慌忙道，你等一下。可话音刚落，程千墨又干净利落地解决掉几只野怪，这当场就惊得林若曦呆若木鸡，这速度这爆发力简直已超越了学校的老师，只是观察他的操作竟隐约间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随后程千墨表示他要去雷霆城，就先行一步。林若曦当即就朝程千墨鞠了一躬，谢谢你刚才救我一命并对我的指导。可就在他低头的一瞬间，两坨黑黝黝的小白兔瞬间跳了出来，顿时现场的气氛就尴尬至极。可就在这时，突然一声晴天霹雳，无数道雷光在苍穹炸裂，天气瞬间就暗淡了下来，而且头上挂起了一名红色的血月。程千墨当即意识到不好，血月横空天地一变，看来是雷霆城区域出现兽群，并且还有5分钟就会抵达。此时的林若曦哭得更凶了，看来今天是本小姐的倒霉日，没想到还会遇上千年难遇的怪物工程，现在想逃也逃不掉。可一旁的程千墨却思索了起来，兽潮一般分初中高三种级别，而雷霆城只是初级主城，因此应该出现的是初级兽潮，现在紧要的是找一个能够躲藏的地方。很快他就发现前方似乎有一道亮光，心想有办法了，于是一把拽住林若曦的胳膊，二话不说就将其背了起来。这整的林若曦当场一脸羞红，可下一秒他就反应了过来，坏蛋你想干嘛？程千墨表示想活命你就给我安静点，说着一把拖住林若曦的屁股，因为这样才能贴得紧不容易掉下来。急得林若曦忙道，你个流氓，你的手放在哪了？不可以不可以。可随后就发现了身后乌压压的兽群，这时他才意识到程千墨这是在救他，只不过这个姿势也未免太暧昧了吧。此时的林若曦还示意程千墨将其放下来，我们一起战斗也许能杀条血路出来。但程千墨却是一脸不屑，就你那半吊子水平，还是搂紧一点比较好，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闻言林若曦当场冷哼一声，说罢死死地勒住程千墨的脖子，那本小姐就搂紧点给你看看。程千墨当即露出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难道这小妮子是妖精吗？如此危机的时刻居然还敢胡闹。很快两人就发现前面有一口枯井，程千墨当即就让他赶紧躲进去。见状林若曦质问，那你怎么办？程千墨表示，别管我自己有办法，你快点下去我帮你争取时间。说罢头也不回地朝兽群奔去，而林若曦此时已被感动到流出了泪水。22级的散人怎么可能在兽潮下存活下来，这分明是将活的希望留给自己，而且只是刚见了一面的陌生人。于是一个瞬移就挡在了程千墨面前，二话不说就向着枯井内推去，当场两人就一同跳进了枯井。可随即就发现这井也真够深，如果这样一直往下掉肯定会死，必须得想办法停下来。情急之下，程千墨手脚并用撑住了身体，可这个姿势让林若曦顿时心里小鹿乱撞。快控制一下你的小腹啊，你那东西顶到我吗？谁能想到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却能把衣物的配料色泽说得头头是道，就连缝纫大师都挑不出的细小瑕疵，可他一眼就看了出来，这让一旁的老板娘当场傻眼，
如果这是传出去，裁缝店肯定会关门大吉，不仅当场朝男孩鞠了一躬，甚至还拿出300金币以示赔偿。殊不知300金币普通人工作一辈子都赚不到。就在刚刚，闻听此言，程千墨一脸尴尬，但此刻他也没有办法。见状，林若曦瞪了他一眼，记住今天的事，出去不能乱说。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程千墨。这时林若曦紧跟着问道，这一路你是不是有意在指导我？不准思考，只给你三秒钟回答。闻言程千墨一脸无语，这小妖精哪里来的这么多问题，于是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因为我看你漂啊，不是因为你天赋好。听到漂字，小姐姐一脸欣喜，你刚说漂什么？这时程千墨明显有些招架不住，特么的怪物工程怎么还没结束，这再问下去的话他可有点吃不消了。于是将钩索挂向地面，在林若曦一脸震惊的表情下，眨眼间二人就来到了地面。程千墨当即就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出来了。可林若曦却捂着胸口示意他快转过去，不准偷看。闻言程千墨当场傻眼，原来之前林若曦的衣服不小心割破了，于是立刻动身为其制作了兽皮衣和兽皮裙。虽然他的制皮技能不高，但做出来的衣服还是勉强可以穿的。见状林若曦双手接过，并让程千墨赶紧转过身去，无奈程千墨只能呆呆地坐在一旁。可林若曦换完衣服后，程千墨当即就捂住了嘴巴，于是林若曦直接质问道，你是不是得给我解释一下，你这到底是不是故意的？无奈程千墨赶紧做了一件兽皮大衣，可林若曦仍旧是一脸恼怒，快点说你是不是故意的，有大衣为什么这会才想起来？随即冷哼了一声，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我妈曾说过世上就没有一个好男人，看来她果然说的没错。闻言程千墨心疼林父三秒钟，可真苦了你爹了。不多时两人就来到了雷霆城，林若曦问道，接下来你要去哪里？程千墨看了一眼拍卖行的路标，我得去拍卖行一趟。闻言林若曦当即摊了摊手，拍卖行本小姐可是很熟，就勉为其难的给你带路吧，正好给你机会赔本小姐一件衣服。说罢就拉着程千墨朝拍卖行走去。见状程千墨当场傻眼，心想这小妖精怕是购物瘾犯了吧。林若曦表示她要买的东西可不便宜，但看程千墨也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该不会一会付钱的时候你赖账跑路吧。闻言程千墨咧嘴一笑，一会你就随便挑吧，本大爷眼都不会眨一下。不多时两人就来到了一间裁缝府，偌大的卖场人也不少，远处的服务员当即客气地表示欢迎光临，可看到两人的穿戴却撇了撇嘴，这哪里来的两个土包子，这打扮简直绝了，还要白白浪费老娘的时间。可服务员的一举一动程千墨都看在了眼里，心想这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这时林若曦询问这件衣服怎么样，程千墨表示不错，挺适合你的，于是林若曦就准备试穿，可一旁的服务员一脸不屑地表示道，你可要小心点试啊，我们这里的衣服可是很贵的，弄脏了怕你们可赔不起。闻言林若曦看了看价格，这衣服居然要35金，可他全身上下也就150金币不到，于是准备去别的店里看看，他根本就没有让程千墨出钱的意思。但程千墨这时突然开口，你喜欢我就给你买，其他的你有看上的吗？此言一出，林若曦当场傻眼，而一旁的服务员也顿感震惊，但林若曦仍不忘提醒他，这可是35金币而不是银币。闻言程千墨微微一笑，这点小钱我还是付得起的，没事你随便看吧。闻听此言的服务员当场惊掉了下巴，于是立马换了一副谄媚的表情，小姐还请您跟我来，这边还有很多新到的款式。随后林若曦就选了两件，总计消费40金币。这时的程千墨还不忘奚落服务员一下，原本还想多买几件的，可看到你这副嘴脸还是算了。闻言服务员只能尴尬的笑了笑，但下一秒程千墨突然拿过衣服，别急，先让我看下质量如何，你们这衣服也不怎么样吗？各项指标都不算太好，而且还有点瑕疵，还居然敢卖这么贵，请问你们这是在欺负外行人吗？此言一出，服务员当场恼怒，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们店可整整开了20多年，在雷霆城可是出了名的品质第一，你这小子可不要信口雌黄。只见程千墨哦了一声，那就把你们老板叫出来，我或许可以教一下他怎么做一名合格的裁缝。话音刚落，老板娘就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这位客人您口气可是不小啊，是你刚刚说要教我做事是吗？闻言程千墨没有回答，而是缓缓地拿起衣服，这件衣服的配料比应该是丝绸五成，貂皮四成，羊毛一成吧，这价位的衣服你竟敢用低价的羊毛，但更为恶劣的是这批衣服在染色时出过纰漏，原本的色度应该比现在高一阶才对，现在明显有些暗，你们口中所谓的品质第一，难道就是以次充好欺骗顾客的吗？此言一出，老板娘当场傻眼，心想一个毛头小子怎么能看出来，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旁的林若曦也是一脸疑惑，这家伙到底还有什么事他不知道？老板娘也意识到今天遇到顶级行家，要是被大众知道了，他的裁缝店肯定会关门大吉，于是连忙朝程千墨鞠躬道歉，恕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这批货确实是我们疏漏，还请先生能高抬贵手，莫将此事宣传出去。而林若曦瞪了一眼身旁的服务员，之前你们的店员还看不起我们来着。闻言老板娘一巴掌就抽了过去，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怠慢我的贵客。这时服务员还想狡辩，可老板娘才不管你那么，现在立刻马上从我的店里滚出去。随后递给程千墨一个木质的盒子，店员我也已经开除，今天店里您看上眼的东西随便选，这是一份小心意，还请您能收下。见状程千墨当即就笑得合不拢嘴，这可怎么好意思呢，可手却不自觉地接过木盒，我只是职业病犯了，指出了一些问题，既然你不是有意的，以后别犯了就行。说着林若曦就开始疯狂挑选了起来，这件挺好，那件也不错，这个款式我带给妈妈，这个颜色很漂亮，一并拿下。一旁的老板只能无奈地看着，
小祖宗啊，还是手下留情吧，可别把我的店给搬空了。不觉间，林若曦选了整整八件衣服，当即想起了老板娘交给程千墨的盒子，快看看那老女人给了你多少钱。闻言，程千墨数了数，没想到老板娘居然给了他300金币封口费，加上身上的已经有1070枚金币，在雷霆城新手里也算是土豪中的土豪了。这时林若曦开心地拉起他的手，你不是要去拍卖行吗？本小姐亲自带路。少年本想和小姐姐开房打扑克，却被嚣张跋扈的魏少爷给坏了好事，还嘲笑你个土包子也学人家把妹，但这也成功的惹恼了程千墨。于是程千墨只是略施手段，就让这个魏少爷当场破防，居然以10倍天价买下了程千墨的史诗级武器。气急败坏的魏少爷当场就找过来，有种就和老子出去做生死决斗。就在刚刚，不多时两人就来到了拍卖行，连程千墨也没有想到，如今的拍卖行比前世恢宏太多，而且这还是只是初级拍卖行。正当程千墨震惊之际，却被林若曦强行拉了进去。别愣着了，赶紧进去吧。请问下一场拍卖还有多久开始？还有没有包厢？服务生表示拍卖会还有10分钟开始，包厢还剩最后一间，小的这就为您马上安排。可当程千墨看到他手里的银卡之后，果然这妮子的家世不简单，随手就是拍卖行的银卡，多半是家里的长辈给的。不过这样他也就不用暴露那张黑卡。这时几名凶神恶煞的男人走了进来，赶紧给我们魏君之少爷准备一个包间。见状服务生连忙表示最后一间被这位小姐预定，他是我们的银卡贵宾。但魏少爷却是一脸不屑，区区银卡也算得上贵宾？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这是什么颜色。服务生见是金卡当场傻眼，居然是很稀有的金卡。这位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我给您重新安排一个普通的包间吧，还请收好您的卡。闻言林若曦一脸恼怒，正要发作却被程千墨摇头制止。见状魏少爷当场得意的大笑了起来，还算你们识相，要坏了我的兴致可有你们好看的。林若曦疑惑，明明是我们先来的，为什么要把包间让给他们？闻言程千墨微微一笑，没事，等会我请你看好戏。随后两人就进了996号普通包间。刚进房，林若曦就问道，什么好戏？难道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你连对方是几号都不知道。只见程千墨轻咳了几声，寡人自由妙计。据程千墨了解，那位君至是26级元素师，只要知道这点找他并不难，等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区别对待。于是程千墨就拿出了身上的药材和矿石，这满满一桌看的林若曦是目瞪口呆，居然这么多，这也太夸张了吧，怪不得你这么有钱。尊敬的各位来宾，我是本场拍卖员王刚。随后拍卖会正式开始，今天的一号拍品是蓝溪草石珠，这是元素师必备的大蓝瓶材料，底价2金币，单次竞价不得低于20银币， VIP 包厢414内。没想到一次居然有石珠，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那么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很快价格就飙升到了3金币，恭喜414号买家以15金币获得蓝溪草珠。此时的魏君志还是一脸欣喜，虽然小贵，但也就 1.5 金一株，也算是很值了，毕竟一次性弄到10株蓝溪草可不容易。下面的二号排名依然是蓝溪草，不过这次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46株。闻言现场顿时轰动了起来，46株蓝溪草竟比之前10株的单价还要低，冲啊，还等什么？很快出价就飙升到了50金币。而包厢内的魏君志一脸得意，这些蓝溪草老子要定，看我怎么压死你们。可正当按下竞拍按钮的一瞬间彻底傻眼，不好意思，本次竞价禁止魏姓买家参与，我去特么的，这明显是在针对我，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被别人以60金拍走。我尼玛，这比他之前的单价还要低，简直是亏得不能再亏了。此时的林若曦也十分疑惑，你是怎么知道414就是魏君制的？程千墨表示这两份蓝溪草都是他送拍的，不过其中一份专门做了限制，就是禁止姓魏的出价。直到这时林若曦才明白了过来，你这招也真是太损了，估计那姓魏的要抓狂了。但程千墨表示这只是开胃菜而已，后面还有他吃瘪的时候。每次魏君志先是以高价拍到其他拍品，可接下来又是同样的，但价格却要低很多，但每到低价的时候就禁止姓魏的参与竞拍，这让魏君志直接坐不住了。特么的欺人太甚，你们两个去给我找徐经理，一定要把这个王八蛋货主给我找出来，老子非要当场活剐了他。紧接着到了最后一件拍品，这件宝贝非常罕见，请大家看仔细了，史诗级武器灵犀法杖，精神体质双属性加成11点，另外加50点法伤，底价100金币，每次叫价不得低于10金币，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价格就被抬到了520金币。魏君志当即就意识到这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东西，必须得倾尽全力将其拿下，不会这玩意又不让我拍吧。可看到屏幕后彻底傻眼，由于卖家限制姓魏的买家竞价不得低于100金币，见此一幕的魏君志彻底怒，谁他妈的总和我过不去，老子今天倒要看，想让我多花10倍抬价是吧？那老子今天就和你拼了，一会儿老子就让你知道我的钱可不是这么好拿的。恭喜414号大冤种，出价840金霸气拿下灵犀法杖。此时的魏君志想死的心都有了，特么的上头了，居然为了一把武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反观程千墨却是一脸淡定，算上今天买的和卖的身价达到了2660金，简直就是个大丰收。可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您好，我是拍卖行的徐经理，这里有几个人找您有事。闻言程千墨脸色顿时一冷，原本只是想让这家伙破点财而已，但你若有别的想法可别怪我赶尽杀绝。原来是你小子，刚才就是你给我使绊子对吧？程千墨表示对啊，你有什么事吗？不待魏君志开口，手下的两个小卡拉米顿时不行，
你知道我们魏少是谁吗？竟敢和他作对，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闻言，程千墨摊了摊手，微笑道：“魏君志，伪君子是吧？他算个什么东西？”此言一出，魏君志瞬间恼怒：“我看你踏马是在找死，有种跟我出去进行生死决斗！”闻言，程千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那就陪你这个伪君子玩玩。”随后，两人就来到了外面的大街上。此时的魏君志还在叫嚣：“小子，这是你自找的！我要让你知道和本少爷作对的下场！”看到他手中的武器，众人当场傻眼：“我去，居然是史诗级武器！而那个散人比他整整少了四级，这不是纯纯的找死吗？这样的 PK 根本毫无意义可言。”你们说的没错，今天我就要用你卖给我的灵犀法杖送你上路。闻言，程千墨嘴角却露出一丝邪笑，下一秒就袭到了魏君志身后。只听砰的一声，魏君志当场就被砸飞了出去。此时的魏君志一脸不可置信，当场直呼这怎么可能。富二代花光积蓄拍下稀有级法杖，可他却十分不知好歹，居然还想把拍卖金给抢回来。可到头来，法杖不仅碎了，钱也没了，更是被程千墨摁在地上来回摩擦。好好看看这是什么颜色。就在刚刚，很快魏君志就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只听咔的一声，程千墨手中的武器凭空出现。在一阵眼花缭乱的连刺之后，场上众人无不是当场傻眼。他明明可以一招带走魏少，但却一直在攻击他的法杖，看来他的目的是消耗法杖的耐久，那么就会永久损坏，再也无法修复。林若曦微笑着看着眼前一幕，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不仅让魏少付钱得不到东西，而且等级还要再掉四级。魏君志眼看着灵犀法杖就要破碎，可他心里十分不甘，但程千墨却不准备给他一丝机会。既然你喜欢仗势欺人，那么我今天就奉陪到底。说罢，手中的炫纹纷纷射出，当场就轰得魏君志喷出一口黑血。法杖啊，我的法杖啊！只听扑通一声，魏君志当场就被轰飞了出去，当场就是一个狗吃屎趴在程千墨眼前。而程千墨也掏出了他那张黑卡，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是什么颜色？闻言，魏君志强撑着抬头看了一眼。黑卡，说罢直接倒头就睡，不省人事。而场上的吃瓜群众也是一脸懵逼，这是仅次于红卡的第二等级，代表着尊贵无比的身份。这时场上终于有人认了出来，他是之前鄂北省的状元，外号妖怪散人的程千墨，怪不得打魏君志跟打孙子一样。可就在这时，林若曦一把拉住程千墨的衣领：“状元郎，你可是藏得够深啊，明明有黑卡还要我出丑。”见状，程千墨当即就是一个摸头杀，林若曦也立即就安静了下来。这不是为了让魏君志上钩才一直藏着吗？林若曦无奈只好努了努嘴：“你以后给我注意点，本小姐今天就饶过你了。”这时拍卖行拿出一个箱子前来道歉：“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还请上宾莫要介意，这份薄礼还请笑纳。”因为他之前站在了魏君志那边，所以今天不放点血肯定是收不了场了。只见程千墨微笑着一把接过，日月魔灵，看来又得到一件升级千仞伞的材料。见状，程千墨表示没事，这都是那魏君志咎由自取。麻烦经理能给我留意一下这张单子上的材料，有的话麻烦您帮我拍下来。处理完之后，经理目送着两人离开。此时的林若曦仿佛有心事一般，而程千墨一眼就看了出来，当即询问道：“怎么了？”闻言，林若曦停顿了片刻：“如果我回家的话，你会不会想我？”此言一出，程千墨当场懵逼。可不等程千墨反应，林若曦一口就亲了过来：“记住，这是本小姐给你的奖励，你给我听清楚了，我不在的时间里不准偷看别的女生。”无奈程千墨只能答应一下，真是个古灵精怪的小妖女。随后程千墨准备提升炼药技能，在 80% 的经验加成下，一天时间就将药草学练满了，也是时候出去验货。随后就来到了雷霆城附近的夜色镇，这里是25级精英怨灵占据的归巢，尤其晚上会比白天强化五倍，所以这时间不会有普通玩家出现，正好是独属于他的舞台，杀戮之夜正式开始。于是将精灵召唤、挑衅人偶、契约召唤和法师召唤的怪物都给召唤出来。之所以召唤这些怪物的目的，就是将这里的怪物聚集到一起后一网打尽。随着程千墨的一声散开，召唤物井然有序的前去拉怪，不多时就有一大群怪物被拉了出来。随着程千墨向前迈出一步，并命令所有召唤物去中央广场集合，这剩下的就交给自己。很快所有怪物就冲了上来，只见程千墨眼神一凝，一张大网就将怪物瞬间网住，顺势运行靴激活，如果速度太慢的话，外面的召唤物都要死光了。于是立刻喝下精良级迅捷药水，好在赶来的还算及时，召唤物们损失也不是太多，趁着现在怨灵们聚集在一起，那么也该是时候动手了。说罢，程千墨权杖向上一挥，顿时一道万丈高的冰墙拔地而起，接下来就是我的 showtime 时间了。只见他打了一个响指，量子爆炸技能顺势而发，让10米内地人一定几率进入感电状态，并且可以随意控制投放位置，而且冷却时间只有20秒，再加上独有的被动天赋，不多时怪物就死成了一片。见状，程千墨一脸欣喜，居然瞬秒，看来量子爆炸这种规模杀伤性武器在30级以下地图内简直是降维打击，不愧是从祭坛偷学的技能，光这一波经验就涨了1/40。如今顺利的将他们的尸体聚集在一起，随后他们会集体原地复活，那么接下来就是畅想升级的乐趣了。男孩只是随手学了个生活技能，却让生活职业副会长当场傻眼，并当场许诺给男孩一个协会议员当当，但男孩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所有人都指责他人心不足蛇吞象，就连会长都认为他不知好歹。殊不知当男孩又掏出一本鉴定书的那一刻，就让场上众人彻底闭嘴。
即便是贵为生活协会的会长，都表示自己的造诣远不如他。就在刚刚，经过一晚上的时间，等级终于升到了25级，觉醒天赋也到了3级，战力评估高达23000多，基础力量已经要马上追上敏捷属性，30级以前就可以双基础属性破百。4天后就是新生报道的时间了，趁这段时间尽快将制皮经验练满。在经过3天马不停蹄的努力下，初级制皮学经验终于充满了。要不是即将开学，真想去放松一下，并且还获得了中级制皮技能书。这时一绿衣中年人突然说道，小友如此年纪就将草药和制皮学提升到中级，这天赋实属罕见。一旁的路人当场就认了出来，绿衣中年人是雷霆生活协会的会长，而前面那个少年不就是鄂北省状元程千墨？此子不仅战斗天赋卓绝，就连生活天赋也让人咂舌。程千墨回头疑惑道，您是？我是雷霆城生活协会会长高静，在了解了你在草药和制皮学上的表现，我特意来邀请你加入我们协会。程千墨想都没想就表示拒绝，但高静表示，你先别急，我可不仅仅是单纯的邀你加入，我将让你出任协会的一员。此言一出，众人无不是当场惊恐。议员那可是仅次于会长和元老的存在，在大陆所有商店永久享受 15% 的折扣，仅凭这点就可以节约无数的金钱。在前世并没有生活协会这个部门，但从围观者反应来看的话，这职位倒是有莫大的好处。但程千墨思索片刻依旧表示拒绝，这让高会长当场傻眼。小友，你怕是不了解议员的地位和权限，成为议员可是能够。但程千墨只是微微一笑，议员的位置恐怕还不够。一旁的吃瓜群众当场议论道，这程千墨也太不知好歹了吧，简直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他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此时的高会长表情明显不悦，我给你的条件已经是极限了，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此事也只能作罢。说罢回头叹了口气，还是看走眼了。此子天赋虽然强大，但心性不行，为人过于贪婪和自大，日后必定难以走上巅峰。可就在这时，程千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谁说我只有两种副职业练到中级了？闻听此言的高会长一脸震惊，你刚刚说的可是真话？如果你真的有三种副职业达到中级，我立马就给你个元老，所有商店永久享受 20% 折扣。程千墨感觉这条件还不错，于是拿出了自己的证书，没想到他随手练的技能还有意外之喜。当看到中级锻造证书的那一刻，场上的众人无不是当场惊掉了下巴，居然是难度排名前三的锻造学。高会长也是一脸不可置信，因为他自己也就是名中级锻造师，他一个学生哪里来的那么多经验？通过一路探讨下来，这才知道程千墨的造诣远超于他。前方就是雷霆城的生活协会，颁发徽章后，所有店铺都会给予你最高的尊重。这时程千墨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铁匠协会和你们生活职业协会有什么关系？高会长这才解释道，铁匠协会是游离于生活协会以外的组织，因为那帮老东西自视甚高，但可惜的是生活协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大师，所以在铁匠意图上却是比不过他们，但说不定你将来会创造奇迹。生活协会高层会议室，众人微笑着朝高会长打着招呼，高会长立即摊手示意大家安静，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令人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旁边的这位是鄂北省高考状元，从今天起将成为我们生活协会的长老。此言一出，场上顿时安静了起来，但很快药剂师元老秦永昌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此子就算战斗天赋再好，也和生活职业无关吧，如果今天真的让他成为元老的话，届时雷霆城生活职业协会将成为别人的笑话。闻听此言，程千墨当场就嘲讽了起来，真不愧是一群井底之蛙，怪不得铁匠协会看不起你们，谁说战斗天赋顶级，生活天赋就不能是顶级了？闻言秦永昌立即指责道，黄口小儿协会向来以实力说话，如果你能通过我们的考验，我秦永昌绝无二话，相反要是失败，那就立刻给我滚出去。于是程千墨立即答应了下来，不过这么多人考我一个人，是不是得加点彩头？元老崔凤也觉得他说的有几分道理，老夫在此承诺，只要你通过集体测试，所有出题人都会给你一项奖励，如何？程千墨想都没想就表示成交。那么为了方便大家挑选合适的考题，我就提前说明一下我的副职业情况。我目前草药、采药、采矿、锻造、包皮、制皮六种副职业，并且六种全部已达中级。闻听此言的崔凤当场傻眼，六种副职业全部达到中级水平，你特么的是个妖怪吧？高会长，你为什么不早说呀？闻言高会长一脸恼怒，你踏马倒是给老子说的机会了，这是和老子没关系，都是你自己决定的。随后就开始了副职业测试，大家不如这样好不好，我问你们每个人一个问题，七局四胜制如何？高会长当场就表示赞同，既节省时间也不用思考问题，这费脑子的事情就交给程千墨同学吧。当程千墨甩出一堆问题之后，众议员长老纷纷思索了起来，你这些问题简直问的我们是匪夷所思，还有幽灵菇这玩意你怎么知道？闻言程千墨尴尬的挠了挠后脑勺，这个嘛。很快这场测试便有了结论，没想到此子理论如此丰富，所提问题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全才真的是全才啊。这时崔凤也起身兑现承诺，二话不说就掏出一枚能力果实，价值千金的东西说送就送了。只见程千墨朝其鞠了一躬，感谢崔老的馈赠，小子就却之不恭了，没想到大家会如此慷慨，那么我今天只好照单全收了。协会众人那可是相当无语，这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随后程千墨就独自启程，元老徽记陨星铁毒龙腾幽冥血皮，这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是价值千金的宝贝，陨星铁更是流光千仞散的二阶主材料之一，后天就是开学的日子，
也是时候离开天启大陆。这时系统突然弹出提示，由于宿主成功获得生活职业协会元老徽级，并将六种副职业提升至中级，转化系统提升至四级。能力二，宿主可以从目前能制造的药水当中选择一种，将其效果转化为被动，所有被动等级提升至四级。至此裂波斩武器切换和虚无之球炫文案属性暴击以及神级攻速全部升至四级，这对他来说可真是一件意外之喜。原来提升副职业经验也可以转化系统升级，而且还将第二种特殊能力也开启了。男孩以史无前例的26级出入学府，并因此被分配到了 SSS 级豪华宿舍，场上的学员无不是当场傻眼，学姐们纷纷表示愿为其提供接待服务。可最令程千墨十分疑惑的是，神域学府明明已经没落，却存在着强大的四转强者。殊不知在得知程千墨的资料之后，老者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001号程千墨有点意思，殊不知在程千墨看来，这老者不仅身体有病，而且脑袋也有问题。就在刚刚，于是程千墨再次调出了自己的属性面板，还挺不错，这波整体实力提升还挺猛。至于新能力暂时还不着急转化，毕竟他刚学习了终极药草学，现在的配方还有提升的余地，着急转化的话后面有可能会后悔，该是时候回一趟江城了。与此同时的江城学院已是人满为患，见此一幕的程千墨是一脸懵逼，现在不是还在放暑假吗？为何还会有这么多学生和家长？这时有学员发现了他，快看，是程千墨学长回来了，学长本人可真是太帅了，能帮我签个名吗偶像？顿时人群就把程千墨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他也只有逃的份。这些学生的反应也太热情了吧。这时卢教委从他身后出现，你小子终于舍得回来了。见状程千墨连忙问到外面都是什么人了，这也太疯狂了吧。闻言卢教委就大笑了起来，他们可都是冲着你名头来报考江城学院的新生，托你的福，今年的生源把汉武学院都给比下去了，跟我来吧，在你离开前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原来所说的礼物就是礼花棒，这搞得程千墨是一脸无语。我们也就是想表达一下祝福，你也不要笑话我们哈哈。虽然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复古，但这也是我们这些老头子能想到最好的方式了。程千墨表示办得挺好的，只是下次坚决不能再办了。这时卢教委拿出一张红色的房本，这是在京城给你购置的一套房产，大概也就2000万的样子，你小子可千万别嫌弃啊。说罢又拿出一打机票，这是近几天所有飞往京城的机票，由于我们不知道你回来的准确时间，因此索性就全都买下来了。见状程千墨微微一笑，多谢各位，那小子我就却之不恭了，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启程吧，如果在外面受到了什么委屈，江城学员一定会力挺你到底。此言一出，程千墨当即朝众人鞠了一躬，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照顾，我绝不会坏了我们江城学院的名声，待我下次归来之时，我的名字必定会响彻整个夏。随后就独自一人来到了神域学府。你们快看刚来的这个新生，这身材也太完美了，妖力肯定很强，有这样的皮囊不去当大明星真是太可惜了。于是一个个争先恐后的上前与程千墨搭讪，我们是负责接待新生的学姐，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见状程千墨询问到接下来我应该干嘛，可就在这时程千墨被人给强拉了出来，同学我带你去登记，然后再熟悉一下学府的环境。见此一幕的几名学姐当场恼怒，华宁宇仗着是学生会宣传部长居然如此的不要脸，朕他妈气死老娘了。华宁宇向程千墨介绍道，只要达到30级就能完成二次转职并正式毕业，但是在这之前学府会按照等级来分配学生的年级，第一档是15到25级大一新生，26到28级是大二年级，29级的是大三年级，最后的大四年级自然就是30级，所有没完成二转的学生都属于大四。你将身份卡插入这个机器，系统就会自动替你分配宿舍。闻言程千墨就将身份卡插了进去，可下一秒让在场之人无不是当场傻眼，新生程千墨25级职业赛初次评价 SSS 级分配到豪华宿舍，位于校内 Z 区房间号001，没听错吧，居然有新生到达了25级，今年学院怎么会招到这种怪物，估计明天的入学测试要被他完爆。随后华宁宇调整了一下状态，学弟你应该是陈叶雷老师招来的鄂北省状元吧，校内 Z 区太大，估计你一个人不会走。闻言程千墨摆了摆手，谢谢学姐好意，我自己就可以了。看着程千墨离去的背影，华宁宇暗暗发誓，哼，你一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随后就来到了神域学府 Z 区，暂且就先住在这里吧，暂时还没有时间去卢教委他们送的房产。可随后他就惊讶地发现，一名老者正打着集武圣的虎啸神拳，不愧是京城里的地段，居然在这里能够看到四转强者，不过他的身体似乎有些隐疾。这时老者也发现了程千墨的存在，同学你是我们神域学府今年的新生吧？是的，我刚被分配到了这里。可令程千墨奇怪的是，神域学府不是已经落寞多年了吗？为何还会有四转强者？正当程千墨疑惑之际，老者问到了他的学号，听到是001号，老者饶有兴趣的继续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程千墨。说罢老者继续自顾自的练拳，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一般，但程千墨却感觉这老者真是莫名其妙的，这人肯定不止身上有病，想必这心里也有病。可就当程千墨转身刚走，老者的嘴角却露出一副不易觉察的微笑，程千墨001号有点意思。这时一名红发少女突然出现，该吃药了，还在偷偷打拳。闻言老者一脸尴尬，吃吃吃，我这就吃，刚才只是一时手痒而已。与此同时的神域学府秘境大厅，也不知道这次的秘境难不难，希望排位考好一点，换个好点的宿舍。
陈主任今年招生干得不错嘛，居然给咱们学院招了两名状元。你觉得这鄂北的程千墨与齐鲁的何秀杰，谁能在入学测试中更胜一筹呢？这时身后的一名老师突然开口，肯定是齐鲁的何秀杰，我们魔法学院势必要收了他。那程千墨虽然等级高，但他的职业散人只是花架子罢了。何秀杰二转可是逐风者，又不是纯法系，我们战争学院也绝不会放过。这时另一名卷毛老师也同时开口，听说此子的战斗智商也很高，不见得非得要加入你们吧，我们指挥学院同样也要竞争。而招生老师陈叶磊却被众人晾在一旁。再看程千墨这边，你就是鄂北省今年的状元吧？我叫何秀杰，是齐鲁省状元，可能你现在很优秀，但我觉得应该是我技高一筹。闻言程千墨冷冷地回头望了一眼，我好像和你不熟吧？但何秀杰却异常兴奋，现在就先让你嚣张一会，等进入秘境我会让你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第一。无聊至极，就凭你也配和我比？男孩第一次参加入学秘境测试，竟让所有的老师们当场震惊，只因他是唯一隐藏职业复法者，系统竟自动将他的秘境等级提升一级，但也因此破坏了学校的考核规则。老师们一致决定要将其开除学籍，并第一时间将此事上报给校长。殊不知校长得知是程千墨后当场恼怒，谁踏马定的规则老子现在就给他改。就在刚刚被侮辱的何秀杰一脸恼怒，那咱们就走着瞧。随后程千墨就进入了秘境死亡修道院，开放墓地区至图书馆。但由于程千墨是隐藏职业复法者的原因，系统为他解锁了新区域武器库至教堂区。既然前面的两个区没有任何难度，因此程千墨准备速战速决。学院的老师们紧紧盯着秘境考核屏幕，今天的测试秘境是死亡修道院，由于都是新生，所以只开放了前半部分，最后 boss 也只有28级。于是几人先准备看看何秀杰的成绩，不愧是齐鲁状元，有希望在两小时之内通关。但一旁的叶老师小声的提醒，为什么何秀杰只能排名在第二？我去，程千墨居然只用25分钟就通关了，这也强得太离谱了。顿时各个学院就对程千墨开始了争抢，这个程千墨我们战争学院要定，法师学院也表示他早就被我们预定，算了，我们辅助学院估计他也看不上。但下一秒老师们更为疑惑，他明明已经通关了，为何还没出来？这怎么可能？他居然进入了极难区域。今天的测试不是没有开放武器库和教堂区吗？难道是秘境投影出了问题？之前已经规定只能打前两个区域，他这是严重的违规违纪，绝不能提成，必须立即终止他的入学考试。这时叶老师突然开口道，以我对程千墨的了解来看，他绝不是那种有勇无谋之辈，要不请雷主任先将情况和校长汇报下，看校长他老人家怎么说。我的小祖宗，你可要快点了呀，来回校长室也就30分钟，超过时间神仙都保不了你。与此同时，程千墨已经来到了秘境内军械库区，这里小怪平均等级就达到了30级，数量足足有70只左右，而且都是血厚防高的战士系十字军。虽然说是有点难缠，但程千墨依旧准备使用一波流解决战斗，于是立即进入了幽灵形态，悄无声息的就绕过了十字军战士，不多时就将所有炸药聚集到了一起，接下来就可以动手了。说着朝着走廊的十字军战士就打了个招呼，损失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待十字军战士接近炸药之时，程千墨立刻释放了冰墙技能，这样可以有效的减缓怪物的聚集速。待全部集中到一起之后，程千墨一个闪身就来到了炸药后面，紧接着一个火球术就甩了过去，在炸药爆炸的一瞬间开启了寒冰屏障，这样在10秒内可以免疫任意伤害，足以在这次爆炸中自保。只听轰的一声，顿时场上就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整个走廊都被火光所淹没。与此同时，雷主任也来到了校长室。校长，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闻听此言的校长凌霄一脸镇定，什么事还让你这个教导主任亲自管？今天入学考试有学生发生了严重违纪行为，本次考试本来只是死亡修道院的两个区域，那他只用了25分钟通关后却没有出来。可林校长只是淡淡的问道，你说的这人是不是叫程千墨？此言一出，雷主任当场傻眼，校长您怎么知道的？不知此人用了什么方法进入了军械库区域，按照校规就要对他进行处罚。您看呢？校长闻听此言，校长当即不屑道，哪条校规你拿出来我当场改掉。说罢手中就出现了一团黄色的能量，惊得雷主任当场惊掉了下巴。您要给他免上特权，这可是五年才有一次的机会。林校长表示事情就这么定，对于这么优秀的苗子，我们以后要多关照一些。好了，你去吧。待雷主任走后，林校长自言自语道，年轻人有志气并非什么坏事，但是也不能太冲动，这次就姑且给你一次人形的机会，年轻人你可得努力。这时程千墨仅用8分钟就解决了所有小怪，果然高风险就有高回报，接下来就是一场真正的硬仗。随着程千墨缓缓地推开大门，一道身影正径直地站在前方，35级精英首领武器大师哈罗德，生命值足有18000点。虽说这家伙只有旋风斩这一个技能，但打起来的话十分难缠，而且此技能属于范围性伤害，使用期间免疫控制并无法打乱，如果破不了他的精神，那么今天就要终结在此。说罢直接召唤出虚无之球，二话不说就朝着哈罗德轰了过去，而哈罗德却纹丝未动。就在虚无之球就要砸到哈罗德的一瞬间，但哈罗德硬是靠肉身将其弹开，嗖的一声就来到了程千墨头顶。我一直在等待真正的挑战，让我来看看你的实力如何。说罢一记旋风斩就劈了过来，见状程千墨立即发动了远行靴疾跑，这才好不容易避开了旋风斩攻击范围，没想到无往不利的虚无之球被他轻松就弹开了。
而且疾跑的冷却时间太长了，再来一波旋风斩的话就躲不掉。随着哈罗德生命值下降，而他的旋风斩释放频率会大大增加，也只能和他硬拼输出了。于是连忙请出了祖传的格林机枪，二话不说对着哈罗德就扑突了起来，瞬间以碾压攻击将其轰到了半醒。很好，你彻底激怒了我，让你尝尝我刀刃的厉害。说罢哈罗德直接进入了狂暴状态，无限旋风斩加速发动，瞬间就有一道恐怖的血色龙卷风席卷而来。好在程千墨备有足够的药水，也是时候正面硬刚了。说罢手中的技能轮番丢出，硬生生和哈罗德肉搏了起来，攻击的瞬间更是不停地喝着药水，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药罐子。程千墨边打边喝药，边喝药边打，手中的攻击也未曾停下。在一番坚持不懈的肉搏之后，程千墨也仅剩下不到1500点血。随着他挥起长刀猛的一个跳劈，恭喜您已经消灭武器大师哈罗德，这种群攻免控的怪物对付起来还真让人恶心。恭喜您获得免伤特权，在本次秘境挑战中就算失败而亡，本体也不会受到任何损伤。居然还会有这种操作，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帮我，算了，有总比没有好，就当是为了接下来真正的挑战上一层保险了。考核大厅的屏幕也传来提示，程千墨军械库完成进度 100%， 并以总用时53分49秒排名第一。见此一幕的雷主任当场震惊，这怎么可能，我只是去了一趟校长呢，他就单刷完了军械库，那林校长给予他的免伤特权岂不是毫无意义可言？南海首刷学院秘境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救下了终极 BOSS 曾经的小弟，并不惜耗费精力为其治疗伤势，只因他原本是终极 BOSS 手下的副官，因为无意间撞见了 BOSS 和大祭司两人的奸情，所以被囚禁在昏无天日的地牢整整十年。这样一来，在面对大祭司的60秒强制定身之时，不仅会为程千墨大大拖延时间，还可以打断大祭司的复活技能。就在刚刚，场上的老师们一脸震惊，看来程千墨已经得到了校长的认可，这可是入学新生的最高待遇，那么以后他在学校的地位也将水涨船高。而且他已经进入到了教堂区，25级就敢挑战40级的教堂区，不行，我们必须得强行开启秘境监控。既然林校长都说要关注一下他，那么这次就破例一下吧，毕竟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想如何对付那恐怖的最终 BOSS。 当程千墨刚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跪倒在地的十字军教徒，而修道院的最终 BOSS 有两个，一个实在王座上的十字军指挥官莫格恩，另一个是他的妻子大祭司怀斯曼，就在他身后的房间里。于是程千墨立即激活了幽灵形态，并悄无声息地解决掉一群十字军，因为之后要同时先对两个38级的 BOSS， 说实话有点难对付，不过好在可以借助一下其他帮手。法尔班克，你想不好想报仇？闻言法尔班克艰难地睁开眼睛，你能帮我？他原本是血色十字军的副官，只因发现了指挥官和大祭司的奸情，因此才被囚禁在这里整整十年。上一世的法尔班是一个隐藏 NPC， 面对他玩家有两种选择，杀掉他获取精良级装备，或者救下他辅助玩家战斗。不过由于法尔班克身受重伤，一般玩家都选择杀掉，好在程千墨有着强大的治疗技能。法尔班克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恢复如初的身体，当即就对程千墨跪了下来，谢谢恩人，只要能报仇任凭调遣。随后程千墨就安排好了作战计划，回到大堂立马关闭了幽灵状态，这样也就同时激活了十字军，然后一个飞身就冲到教徒门的前方，紧接着就将他们引到了教堂门口。在趟过门口的河流之后，程千墨当即就发动了冰封术，并将这群十字军牢牢地困住。见此一幕的老师们当场炸锅，这操作这手法也太完美了，他居然一波拉完教堂内所有的小官，这可是整整50个37级的高等十字军呢。随后程千墨就召唤出魔法弹和虚无之球，既然一切都准备妥当，那么你们就全都可以去死了。说罢手中的魔法弹虚无之球爆射而出，并当场将50只十字军瞬间秒杀。这时老师们不禁疑惑道，虚无之球的冷却时间不是15秒吗？他为什么在5秒内能放出两次技能？难道说他的天赋十分特殊？与此同时，程千墨再次走进了教堂，终于要面对这对狗男女了。而莫格尼也同时张开了眼睛，随后腾一声就站了起来，异教徒，我要代表星星消灭你。但程千墨却是一脸不屑，就你这种堕入黑暗之人也配？说罢一击天机就朝着莫格尼劈去，紧接着又是一击连突刺，龙牙、落花刺、圆武棍，当场就揍得莫格尼喷出一口老血。见此一幕的老师们集体傻眼，我去，居然连控 BOSS 30秒，此子技能衔接之流畅，出手时机之准确，是我平生从未见过的。而且你们看他身后的炫纹强度，这已经达到终极炫纹的水准，今天就让你尝尝中型暗属性炫纹的威力。说罢手中的炫纹爆射而出，随后一个闪身跳向一旁，一招就将其直接秒杀。可就在这时，一道黑影从门内缓缓走出，身上散发着一缕缕红色的波浪形能量。莫格尼倒下了，我要你为此付出血的代价，并让程千墨60秒内处于强制定身状态。来了，这就是修道院地图最大的难度，也是双 boss 的由来。所谓双 boss 可不是简单的二连车轮战，无论是谁，最终都必要同时面对两个38级的终极 boss。 只见怀斯曼高举起手中的法杖，复活吧我的爱人。可就在这危机关头，法尔班克挥舞着大锤就冲了上来，血债血偿，今天到了算总账的时候。见状怀斯曼当场傻眼，谁把你这条狗给放出来了？
这样一来，法尔班克就打断了他的复活术。没想到吧，今天就是你们这对狗男女的死期，这么多年的屈辱，我要你们今天百倍偿还。一旁的程千墨咧开嘴大笑了起来，既然我无法打断你们的剧情杀，那就喊个 NPC 来帮我打断，这样很合理吧。这时怀斯曼一脸怒气，是你这个异教徒，是你把这条疯狗给放出来的，我要杀了你。可一旁的法尔班克却不答应，你休想动我恩人一根毫毛，说着就抡起大锤砸了下去。而程千墨的强制定身状态也已结束，没想到这个世界的法尔班克居然比前世还要强许多，难道是因为我帮他治疗伤势的原因？看来以后还是要多转换思路，不能再用前世天启的固有思路来看待问题，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能优化一些流量，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他究竟是如何想得出这一套战法？他真的是第一次进入教堂区吗？他一个新生根本没有机会提前接触这个秘籍，我们这一把年纪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不愧是林校长看中的人，能拿出这样的表现，说他一声全国状元也不为过。直到这时，何秀杰才从秘境内缓缓走出，本次入学第一名终于被我拿下了。什么狗屁程千墨鄂北省状元，浪得虚名也不过如此。一小时38分顺利通关墓地区和图书馆区，这个成绩你拿得出来吗？我可是拿了第一名啊，为何大家都不鼓掌呢？这安静的有点过分了吧。于是回头朝着众位老师的视线望去，当场就被惊得瞪大了眼睛，这怎么可能，他居然进入了教堂区。系统的状态窗展示出程千墨最新的能力信息，程千墨认真地看着信息，表示对装备提升很满意，至于新能力觉醒天赋的转化可以缓缓，因为他想提升终极药草学配方知识。他手指轻滑，状态窗慢慢消失，想到这他觉得也该回去了，于是他把右手伸进穿越门，时空隧道把他带回自己的学校江城学院。只见操场上人影冲冲，他纳闷现在是放假时间，竟然有那么多人。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名同学咧嘴尖叫，陈千墨学长来了，大家快看啊。真可谓一呼百应，顿时同学们都崇拜地看向他，将他团团包围。他一个箭步冲出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跨过操场对面的栏杆，最后躲在学校的灌木丛中呆愣地看着前方。没想到他身后突然传来声音，你小子终于回来了。他诧异地转过头并询问卢教委，操场那些人都是干嘛的？卢教委听了仰脸哈哈大笑，他们是今年的新生，都是对你慕名而来。他忽然转身并请程千墨去看看他们准备的离别礼物。程千墨虽有不解，但还是跟上去了。正当程千墨刚刚跨进礼堂大门，砰砰几声彩纸炮炸满天，这些彩纸不偏不倚正好全落在他的头上，弄得他哭笑不得，只是干巴巴的抿抿嘴。接着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卢教委表示这是他们表达祝福的方式，希望不要介意。程千墨抬手扯下头上的彩纸，难为情地挤出笑脸，很有创意，下次就免了。话未说完，卢教委递过来一张证书并解释，你初到京城人生地不熟，给你买了套约2000万的房子，还有这是近几天飞往京城的机票。说完便递了过来。程千墨拿起房产证和一沓机票，乐呵呵地向他们表示感谢。时间紧迫，有空多回来看看，江城学院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卢教委一边催促一边鼓励他。他向着卢教委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以感谢各位的照顾和栽培，然后转身离开。他走了几步侧过脸，自信地扯笑着，再次相逢我的名字必定会轰动整个夏国。他来到神域学府，出神看着挺拔的学校大门。这时校外负责接待新生的一个学姐指着他问大家，这帅哥是不是今年的新生？霎时学姐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都夸他身材好，有当明星的潜质。学姐们都争相过来套近乎，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其中一个女生在他眼前晃了晃了手机，他受宠若惊地笑了笑，脸上起了两坨红晕，我是来报道的，请问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时杀出个程咬金，我这就带你去登记，边说边拉着他的手快步走，他只能干瞪眼地跟上，然后带你熟悉学府环境。黄发学姐一边毛遂自荐，一边向校门的方向走去。这边的三个学姐忙活半天却为别人做了嫁衣，心里都很不爽，争相吐槽。他从华宁宇口中得知，神域学府要到达30级且完成2次转职才能毕业，毕业前按照固定等级来分配年级，固定等级分4类，达到30级还没转职的也属于大四年级。当来到一台机器面前时，华宁宇提醒他把身份卡插入机器，系统会根据资料自动分配宿舍。他拿出身份卡并将它塞进机器的卡槽，机器显示他当前等级25级，单人间豪华宿舍在校内 Z 区，房间号001。华宁宇惊奇地叫出了声，这声音把路过的几个新生都吸引过来，争先恐后来看个明白。华宁宇谄媚着对他笑嘻嘻，并告诉他豪华宿舍每个年级只有9间，自己可以带他去。他却看向手指着的 Z 区的方向，表示不用麻烦别人，他自己能行，然后转身离开。第一次被拒绝的华宁宇握着拳头咬牙切齿，
并发誓程千墨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学府 Z 区。Z 区分两大块，住宿区和活动区。他边走边思考，暂时住在这里处理手头上的事情，稍后再去看看卢教委他们送的房产。突然看到一老人在耍拳，只见他手掌周围伴着黄色的光圈。程千墨有点震惊，这就是吉武圣的呼啸神拳，不愧是京城，竟然可以遇到四转强者。不过他可能有隐疾。程千墨边仔细观察边感慨着，老人也注意到了他，便停下了动作，并问他是不是今年的新生。他礼貌地回答对方，但转念一想，听说神域学府落没多年，没想到有四转强者的老师。老人双手背后踱着步子，继续问他编号多少，他如实回答001。老人接着查户口般追问叫什么名字，他虽有点不耐烦，还是恭敬回答陈千墨。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得到想要的回复后，老人继续耍拳，他可就不爽了，觉得莫名其妙。老人在心里默念着陈千墨编号001，有点来头，该吃药了。又在偷偷打拳，一阵声音打断了老人的思绪。老人陪笑解释只是一时手痒。第二天，今年新生都聚在神域学府秘境大厅，心情忐忑地等待着入学测试。裁判席上，教务主任雷俊杰抢先发话，陈主任今年招了两位省状元，今日测试不知谁会拿第一。魔法学院主任十分严肃地表态，肯定是何秀杰，程千墨只是等级高，职业散人只是花架子罢了。话音刚落，战争学院和指挥学院也开始了争夺何秀杰的唇枪舌战。陈主任默不作声，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对话。程千墨准备进入秘境之门时，一个声音响起，你就是陈千墨，我叫何秀杰。他冷冷地瞥了一眼，你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说完继续向前走。听后何秀杰暴跳如雷，你现在嚣张，进入秘境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强者。他不屑地转头抛出一句，无聊至极，和我比你也配。何秀杰听后两个眉头快要拧成一团，愤怒地挤出，咱们走着瞧。接着秘境系统提示，他进入了死亡修道院，当前在开放区域，稍后还可解锁最高难度的新区域。他看着墓地区的十字界碑，想起了复法者的另一个隐藏特性，没想到今天居然解锁30到40级的地图。他看着不远处几十个眼里闪着红光的怪，想到前面两个区都开放了，打算这次速战速决。在秘境大厅里，各个学院负责人都在盯着大屏上显示的新生测试情况，他们都略带忧愁地议论着，表示对这批新生成绩有点担忧，要不先看看何秀杰的成绩。其中一人提议，秘境投影显示何秀杰当前进入墓地区 40%， 总用时24分13秒，排名第二。魔法学院看后沾沾自喜，不愧齐鲁状元，两小时可以通关。旁边的人却提出了质疑，他第二难道？接着他们也调出了程千墨的成绩，当前进度图书馆 100%， 总用时24分33秒。看着他傲人的成绩，此时各大学院的争夺矛头都指向了程千墨，他们都想把他收入囊中。正当他们争论不休时，一个人看向秘境之门，他不是已经通关了吗？为什么迟迟没出来？这时秘境投影显示，程千墨已经进入极难区域武器库，当前进度 1%， 甚至有人怀疑秘境投影出了差错。各个学院又都在商量接下来如何处置他，有人建议终止他入学考试，有人担心他受伤，学校蒙受损失。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陈主任劝大家冷静，因为他觉得程千墨不是有勇无谋之辈。随着提议，请雷主任先把情况向校长汇报，让校长来做决定。陈主任心里可是捏了把冷汗，祈祷着程千墨在雷主任从校长室回来之前出来，要不可就麻烦了。程千墨势如破竹，来到秘境内军械库区，发现这里有70来只血后防高的十字军小怪，平均等级30。他充满智慧地看着这些小怪，很快便想出一波流的方法。接着他缓缓地戴上帽子，开启了幽灵形态。因为幽灵形态有隐藏特性，他快速搬动炸弹，小怪们丝毫没有察觉。小会儿，他凭一人之力把军械库内所有炸药都堆在一起，他拍手叫道，该动手了。于是他高高举起左手，向小怪们友好地打了声招呼。小怪们立即闻声追了过来，他借助武器的力量不断设置兵墙减速，而让所有的怪聚集成一团。等到时机成熟，他转而向堆炸药的方向使出了火球术，以便远远地引爆炸药。为了自保，他开启了寒冰屏障，因为寒冰屏障能让他在10秒内免疫任何伤害。果然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在寒冰屏障下安然无恙。林校长，我是雷俊杰，有个重要的事要向你汇报。雷主任边敲门边解释，有什么事劳烦你亲自前来。校长凌霄放下手中的文件，抬眼看向来人。
雷主任慷慨激昂地把秘境大厅测试情况如实报告，林校长却反问他，25分钟通关的人是不是程千墨？雷主任有点震惊地询问校长是怎么知道的。不仅如此，他还擅自进入军械库，按照校规，所有老师都建议对他处罚，林校长却严厉训斥着，即便有这样的校规，我现在就改了。话音刚落，他举起左手，只见一道金光闪出，看着飘远的金光，雷主任目瞪口呆，您给了他免伤特权，这可是五年才有一次的机会。林校长站起身垂眸思考，并提醒他程千墨很优秀，以后要多关注。雷主任呆目若鸡的回应，林校长目光深邃的看向外面，年轻气盛是好事，但冲动任性不可原谅，下不为例。程千墨看着倒地的小怪，不禁感慨，能在八分钟干掉他们，算是高风险高回报。接着他看向一扇紧闭的大门，好像很有信心的表示将面临一场硬仗。厚重的大门被推开，一道幽深的蓝光从门缝中射进来。武器大师哈罗德，35级精英首领，生命值18000点。程千墨打量着眼前的哈罗德，暗暗思忖，旋风斩技能无比难缠，因为这属于持续性范围杀伤，无法阻挡，并且技能期间免疫控制无法打断。虽然他有点担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使出了虚无之球。只见虚无之球被一团紫色的气团包裹着，来势冲冲地向着哈罗德。就在这光团距离哈罗德很近时，他才警觉起来，连连闪开。哈罗德的身旁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这时系统提示伤害下降 801, 碾压攻击。我一直在等待真正的挑战，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哈罗德飞在半空，居高临下地挑衅着。哈罗德使出了绝技旋风斩，程千墨使出了远行靴疾跑来躲避他的攻击，但旋风斩威力太强，无往不利的虚无之球又被弹开，疾跑的冷却时间又太长。看来随着哈罗德高频率的旋风斩输出，只能硬碰硬了。他拿起武器对着哈罗德大喊，看招，吃本大爷一炮。只见武器前面冒着蓝色的火花，这一炮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哈罗德的身体上，他的装备值也跟着下降。哈罗德被彻底激怒，开启了狂暴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可以无限加速旋风斩，直至血尽而亡。看着哈罗德疯狂舞出的一阵阵血色风暴，他暗自庆幸自己带的药水足够多。他满眼杀气地看着前面，并做出了一个决定，还剩一半血量，接下来开始近身正面迎战。他接二连三地挥出了几个重拳，击得哈罗德连连败退。当装备值下降到 21% 时，他随即补充了一袋药水，喝了药水，他生命值恢复了600点。这波操作重复了6次，而此时哈罗德已精疲力尽了。只见他双目泛着白光，右眼冒着缕缕白烟，使出了全身力气给了哈罗德最后一击。系统提示，已消灭武器大师哈罗德。他喘着粗气，只剩不到1500点血。这种群攻免控怪真麻烦。突然一团金光把他围住，系统提示获得免伤特权，在本次挑战中就算战亡，本体也不会受到任何损伤。他不解，但还是转身向里走，心想有胜于无，就当是下一次挑战的护身符吧。这时秘境投影上显示，程千墨当前进度军械库 100%。 刚刚赶回来的雷主任大声咆哮，半个小时他就刷完了军械库。林校长特赐的免伤特权不就是浪费？听到免伤特权，众人一阵唏嘘，这可是新生的最高待遇，已经20年没人获此殊荣了。众人又对着秘境投影指指点点，原来程千墨已进入了教堂区。这时有人强烈要求开启秘境监控，雷主任目不转睛地看向投影，那就破例一次，看他如何对付最终的 BOSS。 说完郑重地按下监控开关，他继续向前走，在他面前的是一排长长的喷泉。他走过闪着或绿色或红色光泽的喷泉小路，他一股脑地推开那扇大门，那双眼直射一道道冷光。只见几个身上背着十字架的血色十字军虔诚地跪在地上，他们跪拜的是修道院的最终 BOSS。 血色十字军指挥官莫格尼还有他的妻子大大祭司怀斯曼，他轻轻地戴上了衣帽，诡秘一笑，再次激活了幽灵形态。这些血色十字军丝毫没防备地纷纷倒在地上，他径直走向旁边的阶梯。他轻轻转动灯隙里的佛像，旁边的门咔的一声弹开，为了确保接下来的战斗万无一失，他利用那个人。只见一个人全身赤裸，双手和身子绑着几根结实的铁链，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缓缓走到奄奄一息的那个人跟前，平静地问道，法尔班克，你想报仇吗？法尔班克有气无力地抬起头，虚弱地反问对方真的能帮他报仇。他奋力一挥手中的武器，束缚着法尔班克的铁链全部被砍断。在前世游戏中，法尔班克是一个隐藏 NPC， 玩家杀掉他而得到精良级蓝装，或帮他斩断铁链而得到辅助。
但在这个世界，程千墨使出圣职者前置技能治疗术，为他疗伤，从而扩大他对战局影响。恢复身体的法尔班克全身爆发着绿色的能量，活力满满的法尔班克跪谢他的再造之恩，并表示唯命是从。程千墨耐心地告诉他接下来的战斗计划。他关闭幽灵形态，而此时血色教徒已被激活，他们都莫名其妙地看向程千墨。程千墨突然向前狂奔，并大喝一声：“跟上吧，小辈们！”血色教徒紧随其后。只见程千墨身后冒出几缕白烟，喷泉的水都溅在他的脸上，激起一层薄薄的雾。他轻松一跳，迅速地落在地上。只见池子里的水被激起千尺高。他接着拿出武器，嘴里念叨着冰封术。武器的前半部分周围飘着许多的小雪花。随着他的全力输出，对面的血色教徒都被层层叠叠地冻在空中。这时秘境大厅的人表示惊叹不已，因为他一波操作禁锢了50个37级的血色红石自军。他冷笑着，一切准备妥当，好戏即将上演。接着他又使出了魔法弹和虚无之球。在短时间内，虚无之球爆炸了两次，并且第二次比第一次杀伤力更强。这时系统提示血色教徒已消灭。顿时秘境大厅又是一阵哗然。程千墨让虚无之球在五秒内释放了两次，他们都坚信这是他的天赋使然。清理完教堂所有的血色教徒，他该会最终 BOSS 之一莫格尼指挥官，终于要面对这对狗男女了。他拿着武器站在莫格尼指挥官面前，听到声音的莫格尼缓缓睁开眼睛，只见双眼透着一丝血红色。莫格尼毫无疑问被激怒，腾空而起：“异教徒，我要代表圣光净化你。”程千墨冷哼一声：“你这个坠入黑暗之人，也配与圣光相提并论？”说话间，他紧紧抓起了自己的武器。废话不多说，程千墨向对方使出了天击，这一击正中莫格尼，他右手的武器也被击落了。他又连连使出连突刺、龙牙、落花刺，每一击直逼莫格尼，招招打在莫格尼的身上。最后使出了元武棍，打得莫格尼口喷鲜血，毫无招架之力。秘境外，人们连连惊叫，感叹他的快很准。快看，他要发射了！一个人提醒大家。只见幽灵状态下的他身后漂浮着许多中型炫纹水准的紫色的小球，他全身都散发着黑紫色的光芒。他手掌一推，那些小球都落在莫尼格的身上，并连续发生了爆炸，而且小球的攻击力逐渐增强。啪的一声，莫尼格的身体落在了地上，瞬时腾起一阵白烟。这时旁边房间的门被打开，眼睛和嘴巴冒着红光的怀斯曼顶着层层红色的光圈，凶神恶煞地走出来：“莫格尼倒下了，你要为此付出代价。”他边说着边念诅咒。程千墨被光圈定在空中，痛苦地颤抖。怀斯曼举起手中的法器，高呼：“复活吧，我的爱人，血债血偿，去死吧！”这时法尔班克按照之前的约定闻声赶来。怀斯曼吓了一跳：“怎么是你？”法尔班克狠狠地砸下来，怀斯曼连忙逃窜。被定身的程千墨暗自庆幸复活术已打断。法尔班克拦在他的面前，怒骂这对狗男女，并要洗刷多年的耻辱。系统提示定身还剩十秒。程千墨得意的咧咧嘴：“既然打断不了剧情杀，那就喊个 NPC 来帮忙。”此时怀斯曼怒不可遏，侧脸对着他语无伦次：“原来是你把他救出来的，我要杀了你！”他哗哗地挥舞着手中的法杖，法杖都变成了血红色。还没等他使出法力，法尔班克高举手中的武器：“你休想动我恩人一根汗毛，拿命来！”这时强制定身状态结束，程千墨一跃而下。他好奇地看着法尔班克，觉察出他与前世的不同，以后不能雇用天启的思路看待问题，显然优化流程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他很快找出了问题的症结。看着他无懈可击的战法，秘境大厅里的有人觉得失落，有人觉得自愧不如，有人觉得不可置信。雷主任激动地手握拳头，连声赞叹：“难怪被林校长看中，就今天的表现，他可以称上全国状元。”这时何秀杰迈着矫健的步子潇洒地走出了秘境之门，左顾右盼，发现除了他没一个人出来。他得意地嗤笑：“本次测试第一非他莫属，程千墨不过如此，拿什么跟他比？”他侧眼看向审判台，只见他们都只是静静地看向前面。他奇怪着怎么没人为他鼓掌。他好奇地扭头顺着他们眼神的方向看去，这一看他的眼球无限放大，脸上还惊出一滴冷汗。他瞬间瘫倒地，指着秘境投影结巴着：“有没有搞错？他竟然闯进了教堂区。”